头痛。1点服用适量的阿司匹林。2点适度的运动。3点睡觉。4点避免打盹。5点以平躺姿势入眠。6点冷敷头部及颈部。7点热敷头部或洗热水澡。8点深呼吸。9点自我检视是否处于紧张的状态。10点按摩虎口或脊椎两侧。11点在上下牙齿间放一支铅笔。但勿用力咬紧。有助松弛肌肉。12点在头上绑绷带。以减少血液流向头皮。可缓和头痛。13点不擦香水。14点勿施力过猛。15点避免吵杂。16点保护眼睛。17点避免饮用过多咖啡。18点避免嚼咀。放松肌肉。19点少吃盐。20点准时用餐。21点避免某些食物。如含硝酸的腌制品、味精等。22点禁食巧克力。因巧克力含前酪胺可能引起头痛。23点勿边开车边吸烟。以免吸入过多一氧化碳。24点少喝酒。25点品尝冰淇淋时应慢慢适应。26点培养幽默感。27点服用维他命。C 28点做脸部运动。如扬眉眯眼、皱眉张嘴移动、下颚皱鼻半鬼脸等。失眠。1点硬性规定睡眠时间。2点勿在床上浪费时间。待有睡意时才上床睡觉。3点睡前保留一些安静思考的时间。整理纷乱的思绪。有助安心入眠。4点专心睡觉。不要在床上做其他的事。如阅读或讲电话。5点避免兴奋剂。如咖啡、可乐、香烟及巧克力。尽量在4点前食用。6点避免喝酒。7点避免可能干扰睡眠的药物。如气喘喷剂。8点避免日夜颠倒或作息不定。9点睡前避免甜或油腻的食物。牛奶、面包或水果较好。10点布置舒适的睡眠环境。11点放松心情。12点使用耳塞、眼罩等工具。13点做运动。14点睡前做爱。如果你认为做爱是一种享受的话，避免邪淫。更勿在生理期坐月子并刚好时做爱。15点洗温水澡。16点失眠，情形严重的话要必须就医。健忘。1点加入联想。2点将手做成照相机的样子。按下快门。假设存档。有助于记忆。3点自言自语。将容易忘记的事大声念出来。4点列一张清单。将可能忘记的事情列在纸上，特别是小事。5点将要记忆的东西分门别类，较不容易忘记。6点以编故事的方式将要记忆的事情串联起来。7点把名字与脸孔一起联想，有助于记忆人名。8点寻找事物中的标记物，例如将当时、
社会上的大事与个人经验结合。九点重点提示以帮助记忆。十点阅读阅读，不断的阅读。十一点不时的给测验自己。十二点保持平心静气。十三点小心，药物及烈酒可能导致健忘、恐惧症。一点逆转负面的想法。二点勇敢的面对恐惧，可以消弭恐惧。三点转移注意力，也许以阅读、朗诵、深呼吸的方式来减少恐怖的想法。四点测量自己的恐惧度，加以记录以了解原因。五点鼓励自己，经由克服恐惧来获取成就感。六点避免咖啡因的食物，如咖啡、茶、可乐及巧克力。七点以活动方式消耗因恐惧而引发的肾上腺素。忧郁症。一点面对忧郁要处之泰然，因为悲伤是必经的常态。二点找些事情做，转移注意力，例如散步、下棋、骑脚踏车、阅读等。三点从记忆中寻找快乐。四点找朋友倾诉，加以发泄。五点大哭一场，尽情的流泪。六点冷静的分析情况。七点凡事只求尽力，结果的呈现并非自己可以决定。八点运动有助于克服忧郁症，如果平日就有运动的习惯，不妨试着耗尽全身力气。九点涂鸦，以写字或画画来抒发感受。十点直接的问清楚怀疑的事情。十一点找些很乏味的事情做以分散注意力。十二点放松自己，慢下脚步。十三点忧郁时避免做重大决定，以免决策错误时忧郁更严重。十四点即使情绪低落，还是要尊重他人，不可迁怒他人。十五点远离百货公司，避免不理性的购物。十六点关紧冰箱，避免以吃东西抗忧郁的冲动。十七点营养能控制情绪，维他命 B 群可以帮助抗忧郁、情绪焦虑。一点改变你的态度，以正面的角度看待事物，危机也可能是转机。二点保持乐观，缺乏信心时，不妨以过去的成就与未来的美好前景鼓励自己。三点想象自己在一个舒适愉悦的环境中，有助于消除焦虑。四点反复的告诉自己，一切都没有问题，我可以应付得来。五点暂时放松数秒，拒绝受焦虑摆布。六点向窗外眺望，将视线转向远方，避开低潮的气氛。七点深呼吸。八点放声大喊。九点伸展肌肉，有助于缓和焦虑。十点按摩肌肉以缓和肾上腺素的分泌。十一点按摩太阳穴可疏解疼痛及松弛颈部的肌肉。十二点左右移动下颚，可松弛脸部肌肉。十三点上下转动双肩，配合深呼吸以放松紧绷的肌肉。十四点洗热水澡。十五点运动可消耗一些紧张的化学物质。
虽然使肌肉疲劳，也放松肌肉。16点听音乐，可放松肌肉，也释放心灵。运车运船及运机，一点转移注意力，不要一直觉得会运车运船或运机。二点避免臭味，特别是引擎、汽油味、烟味、鱼腥味。三点禁止吸烟，不管是不是吸烟者，都应远离香烟。四点避免饮食过量。五点保持空气清新。六点避免饮酒过度。七点睡眠充足。八点尽量固定头部。九点坐在前座。十点勿在颠簸的车上或船上阅读。11点到通风的地方透气，例如甲板。12点注视固定物体，有助平衡感觉系统。13点服用孕激药。14点食用姜粉胶囊。15点吃点橄榄或柠檬。16点吃苏打饼前帮助吸引胃液。17点喝些可乐或其他碳酸饮料。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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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二点血液循环与内分泌疾病高血压一点控制体重二点减少用烟三点减少喝酒喝酒和高血压的关系极为密切四点维持钾和钠的平衡比例约为三一五点补充钙质六点避免锻炼肌肉的运动以免血压突然窜高七点进行有氧运动八点考虑吃素九点经常量血压十点保持心情愉快十一点少说话十二点也注意配偶的血压研究显示夫妻双方的血压将互相影响。13点与宠物玩耍可降低血压。低血压。1点做紧压运动。起床或站立前以紧压伸缩的方式握手。可提高血压抵制突然的血压下降。2点心算可提高血压。愈复杂的心算效果愈好。三点少量多餐。四点垫高床头及调整睡眠方式。使床头高于床尾。并在起床时慢慢坐起。静脉曲张。一点抬腿。二点穿弹性裤袜。帮助血液进入较大且较深处的静脉。三点垫高床尾有助于睡眠时的血液回流。四点勿穿高跟鞋。五点保持理想体重可减少静脉曲张的机会。六点避免紧身衣物以免使血液聚集在腿部。七点小心食用避孕药。某些避孕药可能引起这种问题。八点避免抽烟。九点多散步。十点请教医生。淤血。一点冰敷。每次15分钟。两次之间勿用热敷。二点受伤24小时之后使用热敷。三点把脚抬高靠墙。
四点每日摄取维他命。C 五点注意某些药物，例如阿司匹林、抗凝血症消炎药、兴奋剂或气喘药。六点不可酗酒。脂肪过量。一点减少脂肪摄取量。二点摄取淀粉食物。三点远离甜食。四点减肥。五点运动。六点避免酒精。七点摄取鱼油。糖尿病。一点摄取碳水化合物。应有 50%-60% 的热量来自碳水化合物。二点摄取适量蛋白质。应占总热量的 12%-20% 以上。三点减少脂肪摄取量。四点多吃纤维食物。五点减少胆固醇量。六点使用代糖。七点谨慎使用果糖。八点低放甜味剂中的热量。九点少量多餐。十点限制酒精用量。每周不喝超过 60C 的烈酒。十一点降酒精视为脂肪。十二点减重。十三点定期运动。十四点快速步行。十五点勿从事举重或需要用力推拉的运动。十六点照顾牙齿。维护口腔清洁。定期检查牙齿。使用牙线。十七点佩戴有合适当的假牙。十八点减轻生活压力。十九点放松身体。二十点定期验血。二十一点使用成药应请教医生。二十二点血糖过低或太高都要请教医生。二十三点受伤时必须送医治疗。二十四点呕吐或腹痛尿液含大量糖分及丙酮，血糖浓度超过200毫克，体温为38度或更高时，请立即就医。二十五点注意足部的情况。由于糖尿病会减低疼痛的感觉，所以可能为察觉足部已受伤而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遭到截肢的命运。26点定期检查足部，保持前径清爽，将指甲修短，尽速治疗香港脚等疾病。冷天保暖，穿着舒适的鞋子，一定要穿袜子。27点适度补充烟碱酸基、纯花青酸维他命 C、锌镁维他命 B、维他命 B、胰酸头及嗜酸菌等营养品。痛风 1. 发病时应提高患部关节，让患部休息。 2. 使用具消炎性的止痛药，例如Ibuprofen right parenthesis 3 避免阿司匹林或 acetaminophen 等药物。4. 冰敷患处。5. 避免含嘌呤 purine 的食物，以避免促成高粱尿酸。此类食物如鱼内脏、肉汁、沙丁鱼贻贝、芦笋、甜豆、扁豆、白花椰菜、菇类、燕麦片、虾贝类、菠菜、全麦面包、酵母菌、肉鸡鸭等。6. 补充大量水分，可帮助尿酸排出体外，也可避免痛风引起的肾结石。7. 喝药草茶，专家推荐羊拔气 Sarsaparilla。
石头 Yarrow 玫瑰石欧薄荷 Peppermint 等药草 8.5 颗酒 9.控制血压10.不宜以减肥餐方式控制体重以免因进食造成细胞分解将尿酸释出11.服用为用命要请教医师过量的烟草酸及维他命 A 可能引起痛风发作12.保护关节不要绊到脚趾同时勿穿过紧的鞋子13.多吃樱桃可以疏解痛风14.以木炭粉和亚麻仁敷在疼痛的关节将脚泡在木炭粉和水调和的热水中或是一天服用4次 0.5 至1茶匙的活性木炭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尿酸量肾结石 1. 摄取大量液体一天最好能排出约 1.14 公升的尿液 2. 控制钙的摄取量避免摄入过多的钙质但并非禁止 3. 胃药常含有高量的钙若罹患钙结石则服用胃药时应选择含钙量较少的品牌。4.勿吃过多富含草酸盐的食物。包括豆类甜菜、芹菜、巧克力、葡萄、青椒、香菜、菠菜、草莓及茶。5.服用镁及维他命 B6。可减少 90% 的复发率。6.吃富含维他命 A 的食物可维持尿道内膜健康也有助于避免结石复发这类食物包括胡萝卜绿花椰菜洋香瓜南瓜牛肝但高剂量的维他命 A 有毒服用前最好请教医生 7.保持活力以免钙质沉积在血液中 8.减少蛋白质的摄取量包括肉类前烙鱼和鸡 9.减少盐分的摄取少吃各种高盐分的食物 10.限制维他命 C 的用量特别是草酸钙的结石患者11.勿服用过多维他命。12.若曾为患者之后又感到任何强烈疼痛或尿液带血请尽速就医。13.患者应了解本身结石的类型胆固醇过高。1.注意体重。2.减少脂肪摄取量。3.改用橄榄油 4.不必禁绝吃蛋黄但一周最好不要超过三个 5.摄取豆类例如菜豆扁豆黄地豆大豆黑眼豆斑豆等可有效降低胆固醇 6.多吃水果可降低胆固醇7.摄取燕麦可有效降低胆固醇 8.摄取玉米糠 9.多吃胡萝卜 10.多运动可减少动脉脂肪的堆积也能提升三餐饭后消除血中脂肪的能力 11.适量的摄取瘦牛肉可能有益于心脏12.喝脱脂牛奶其中的非脂肪只能以肝内制造胆固醇 13.服用蒜头汁可使胆固醇下降 14.服用洋车前子 Psyllium seeds
可降低血胆固醇。15点减少咖啡摄取量。16点勿抽烟。17点放松心情。18点烟碱酸、维他命 C、维他命 E 及钙可以降低胆固醇含量。19点茶的鞣酸有助于控制胆固醇。20点柠檬、草油、螺旋藻、大麦、米糠及活性炭可以降低胆固醇。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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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点疾病自我治疗点三点呼吸系统疾病感冒一点服用维他命 C 可缩短感冒期并缓和咳嗽打喷嚏等症状二点摄取锌可缩短感冒期间同时大幅减轻喉咙痛等症状三点保持乐观的心情可促进免疫系统的活力四点多休息保留复原的体力也可避免一些并发症减慢每天的活动避免过度劳累五点避免参加聚会以免过度消耗体力六点注意保暖七点散步或快走以改善血液循环帮助免疫系统循环抗体八点饮食清淡少吃脂肪肉类及乳品多吃新鲜蔬果以减轻身体的压力九点喝热鸡汤有助于鼻腔粘液的流动可加强体内排除病菌十点多喝水补充感冒时所流失的重要体液帮助排出有害杂质十一点勿抽烟抽烟会干扰抗感染的纤毛活动因此感冒时不要抽烟十二点以盐水漱口可疏解不适十三点浅啜热泼的酒Sorry. 或半杯葡萄酒有助于打通鼻塞并帮助入睡十四点洗热水澡十五点以棉花在鼻子周围涂些凡士林以润滑过度醒鼻的疼痛感16点服用感冒药如阿司匹林17点若发烧 38.3 度 C 以上或小孩发烧应尽速就医18点任何剧痛都应就诊如耳痛扁桃腺肿鼻窦痛肺痛或胸痛19点吞咽极度困难或食欲不振时应就医20点气喘或呼吸短促时应就诊流行性感冒1点待在家2点多休息3点多摄取液体4点使用止痛药5点小孩勿服用阿司匹林6点注意其他成药7点用盐水漱口8点服用口含锭9点增加空气湿度10点适度润滑鼻子11点热敷肌肉减低不适12点呼吸新鲜空气13点搓搓背可活化免疫系统
14点吃清淡的食物。15点发烧、头痛、全身酸痛、咳嗽及疲倦是流行性感冒较易有的症状。流鼻水、喉咙痛则是感冒较容易有的症状。支气管炎。1点戒烟。除了自己不抽烟，也去吸二手烟。2点多喝水，帮助化痰。3点吸入湿暖空气，如洗热水澡吸收蒸汽。4点避免过度依赖痰剂。5点尽量忍住咳嗽。6点请教医生使用痰剂。气喘病。1点戒烟，除了自己不抽烟，也去吸二手烟，特别是家中有小孩气喘，更应禁绝吸烟。2点睡觉前避免吃得太饱，以免胃液逆流导致气喘，可以将床头及枕头垫高，或是度服用制酸剂。3点避免冷空气。4点使用口罩或围巾保暖。5点留心空调的设定。6点小心饮食，避免容易引起气喘的食物。7点远离厨房。8点小心用盐。9点避免食品添加剂，特别是亚硫酸盐及味精。10点使用止痛剂要选择不含阿司匹林的。11点正确的使用吸入剂。12点若气喘快发作又没有吸入剂时，喝几杯浓咖啡有缓解作用。13点每天服用50毫克的维他命 B6。14点激烈运动时硬闭上嘴巴，用鼻子呼吸。15点经常游泳。16点运动前后都要暖身或加以缓和。17点随身携带药物。星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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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点消化系统疾病。打嗝。1点前吃一匙糖。2点弯身喝水。3点憋气或吐气。4点吃饭时不说话可避免打嗝。5点憋气喝水。6点用力拉舌头。7点以棉花棒刺激上颚硬部和软部的交接处。8点咀嚼并吞咽前面包。9点双手抱膝压胸。10点憋气。11点用水漱喉咙。12点吸吮碎冰块。13点冰敷横膈膜处。心。1点喝可口可乐糖浆，有助于安定胃部。2点服用。9. 晕车药。3点喝少许清澈的流质饮料，避免冰冷。4点饮用气泡散溢的碳酸饮料。5点吃少许碳水化合物。6点服用姜粉胶囊。呕吐。1点补充水分。淡茶果汁等透明液体亦可。2点错充电解制饮料清汤果汁或加糖加盐的流质。3点注意尿液颜色。过深表示水分补充不足。4点少喝冷饮。室温或微热的饮料较佳。5点避免饮用气泡饮料。6点食用糖浆。
如可乐。七点食物力求清淡胀气。一点减少乳糖摄取量。二点避免可能产生气体的食物，如豆类、甘蓝菜、绿花椰菜、甘蓝菜芽、洋葱、花菜、全麦面粉、白萝卜、香蕉。三点纤维摄取应适度渐进，以免因快速增加纤维而引起的排气不良。四点请教医生使用成药缓和胀气、乳糖不耐症。一点进行测试，调整乳糖摄取量，找出适合自己的食用量。二点补充钙质，以免因乳糖不耐症少喝牛奶而导致钙质不足。三点喝牛奶食配以其他食物。四点从每天的饮用量中一点一点增加，训练自己的可耐性。五点食用优酪乳，最好是未经二次低温杀菌且脱脂的优酪乳。在食用乳制品前吃一点，可减轻乳糖不耐症的症状。六点吃乳酪或起司，特别是较完全的硬乳酪。七点谨防填充剂，因乳糖是许多药物及营养补充品的填充剂，肠胃溃疡。一点避免刺激性食物。二点避免饮用牛奶。三点使用制酸剂疏解症状。四点勿使用过量的止痛剂。五点戒烟。六点发泄情绪。七点少量多餐。八点勿服用铁质补充物，以免引起严重反胃、胃灼热。一点节制饮食，除了分量不可太多，也要细嚼慢咽。二点保持直立状态，如必须躺下，请将头部垫高。三点服用制酸剂。四点不要喝牛奶或薄荷，以免刺激胃酸分泌或反流。五点减少饮用咖啡。六点停止食用巧克力。七点停止吸烟，也去吸二手烟。八点避免饮用含气泡的饮料。九点勿吃油腻食品，如脂肪含量较高的肉类及乳品，以免刺激胃酸。十点避免腰部堆积过多脂肪。十一点放松腰带。十二点注意某些可能加重胃灼热的药物。十三点注意辛辣食物。十四点少吃柳橙、柠檬等酸性水果。十五点睡前二小时避免饮食。十六点消除生活压力。食物中毒。一点补充液体，尤其是开水或其他透明的液体。二点补充因上吐下泻所流失的电解质，如钾钠及葡萄糖。三点避免制酸剂。四点先别止泻，让体内毒素排出之后再向医生咨询。五点无需催吐。六点饮食要清淡，先食用容易消化的食物，避免容易刺激胃的食品。便秘。一点摄取足够的水分。二点摄取大量纤维质。三点养成运动的习惯，以促进食物通过肠子。四点每日步行20分钟以上。五点每餐饭后固定如厕10分钟，有助于养成排便习惯。
六点放松心情，七点尽情的开怀大笑，八点避免使用通便剂，以免造成依赖，九点慎用药品及补充品，特别是加钙或铝的制酸剂、抗组织胺、镇定剂、三环兴奋剂等。十点注意某些食品，如胃结肠痉挛，则避免易导致排气的食物，如豆类、白花、椰菜、甘蓝菜等食物。十一点降低食量。十二点勿用力过度。下痢。一点饮用牛奶可能造成下痢，避免含有乳糖的食物。二点做乳糖耐受性测试。三点小心使用药品，以免带来下痢的副作用。四点饮食要清淡。五点补充水分。六点避免豆类、甘蓝菜、面包、面条、苹果、李子、梨子、玉米、燕麦、马铃薯及乳制品等食物。七点避免饮用碳酸饮料。八点远离厨房，避免传染。九点如果可以，让引发下痢的物质自然的排出体外。水土不服的腹泻。一点多喝水。二点补充电解质。三点检查尿液颜色，若过深则表示水分不足。四点避免乳制品及固体食物。五点使用止泻剂。六点使用以天然纤维为主成分的通便剂，可有效减少如厕次数。七点请教医生服用抗生素或亚硝酸。八点旅行时避免未煮熟的蔬菜、肉类、海鲜及不洁的饮料。九点确保餐具清洁。十点降水煮沸三至五分钟后再饮用。十一点多喝可乐、柳橙汁等酸性饮料，有助于抵制大肠杆菌的数量。十二点旅行前饮用优酪乳或吃优格，防止细菌入侵。痔疮。一点多摄水分及纤维。二点润滑肛门，如以凡士林涂肛门内半处。三点清洁肛门时，应以不含刺激性及化学成分的卫生纸轻轻擦拭。四点切记以手抓痒，以免损害静脉管壁。五点避免提重物。六点屈膝蹲坐在温水中，以促进患部的血液循环，帮助收缩静脉。七点避免使用色剂。八点保持适当体重，减轻下肢担负。九点控制盐分摄取。十点咖啡、辛辣食物、啤酒及可乐不宜过量。十一点孕妇发生痔疮的几率极高，最好每四至六小时用左身侧躺二十分钟左右，以减轻下半身重量血管的压力。十二点将肛门内膜向外突出，勿以手推回肛门内，避免演变成血块。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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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点妇科与泌尿系统疾病，经前症候群。一
一点保持乐观自信，二点少量多餐，同时采用低糖饮食，三点避免甜食，四点减少乳品，避免乳糖阻碍体内吸收酶，因为酶可帮助调节动情激素的浓度，同时促进分泌。五点避免动物脂肪，以多元不饱和脂肪取代动物性脂肪。六点限制盐的用量，最好采取低钠饮食，以防止水分滞留在体内。七点增加纤维质的摄取量，多吃蔬菜豆类、全麦、荞麦以及大麦。八点避免咖啡因，节制食用咖啡、茶、巧克力等含咖啡因食物的用量。九点节制饮酒，酒精将加重情绪低潮，也会使头痛及疲倦更加严重或引发吃甜食的冲动。十点避免以利尿剂来疏解腹胀，以免使矿物质流失过多。十一点适度运动有助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肌肉并排出水分，也能促进大脑制造脑内啡，有助全身舒畅。十二点缓和环境气氛，如柔和的色调或宜人的音乐。十三点深呼吸。十四点泡矿物澡，在温水中加入一杯海盐及一杯碳酸氢钠，有助放松全身肌肉。十五点做爱，性高潮可疏解肌肉痛及血液循环不顺，同时可刺激有助于清除充血器官内的血液及其他体液。须知精气神是人身三宝及机会成本的概念。十六点适度安排工作进度及目标，勿使自己负担过大。十七点与他人分担倾诉。十八点适度的服用维他命 B6， 可疏解情绪，有助排出水分，乳房胀痛、疲劳及想吃甜食的欲望。为需经医师指示。十九点维他命 A 及 D 可改善皮肤健康，有助于抑制经前的粉刺及皮肤油脂过剩。二十点服用维他命 C 可减轻情绪紧张，并可防止月经前期的过敏症。二十一点维他命 E 可缓和乳房疼痛、焦虑、沮丧等症状。二十二点钙与镁可预防经前的痉挛及疼痛，镁并能控制对食物的渴望，同时稳定情绪。镁同时可帮助钙质的吸收。二十三点控制吃甜食的欲望。经痛。一点饮食均衡。二点服用维他命。三点补充矿物质，如钙、钾及镁等矿物质，可帮助疏解经痛。四点避免咖啡因，因此咖啡、茶、可乐、巧克力等食物最好少吃。五点禁酒，特别是容易出现水肿的女性。六点勿使用利尿剂，以免使重要的矿物质连同水分排出体外。七点保持温暖，可加速血液循环，同时松弛肌肉。八点多喝热的药草茶或热柠檬汁。九点可在腹部放置热敷垫或热水瓶，一次数分钟。十点泡矿物澡，在水缸加入一杯海盐及一杯碳酸氢钠。
泡20分钟，有助松弛肌肉，并缓和筋痛。11点从事走路或其他适度运动，可减少经期疼痛。12点练习瑜伽操，如弯膝跪下坐在脚跟上，前额触地，双臂伸直，保持这个姿势，直至不舒服为止。13点做爱，性交的高潮可疏解经痛，将血液及其他体液带离子宫。须知精气神是人身三宝及机会成本的概念。14点服用止痛药，最好和牛奶或其他食物一起吃，才不会太伤胃。停经。1点调适生活态度，充实自我，寻找朋友或家人的支持。2点每天运动，走路、慢跑、骑车、跳绳、跳舞或游泳等，都是适合停经妇女的运动，要小心避开。4点穿着多层衣服，以便于在皮肤发热时可脱下，待症状消失后再穿回。5点穿透气凉爽的衣服。6点少量多餐，以利身体调节体温。7点多补充水分。8点减少咖啡因的摄取，以免刺激荷尔蒙，诱发皮肤发热。9点限制酒精摄取量。10点避免热气及高温。11点持续性生活。如果有困难，应与伴侣沟通，一起解决，或使用辅助工具。另外，练习 schedule 操可帮助做爱时的愉悦感，并防止尿失禁的发生。害喜，一点和姊妹或朋友分享经验。2点经常补充单糖，柳橙汁及葡萄汁是极佳的单糖来源。3点避免油炸食物。4点多吃生的杏仁果。5点睡前吃点东西，可避免早上起床时血糖过低，同时避免胃灼热。6点喝清澈的液体，如肉汤、开水、果汁及某些草药茶。7点满足自己的胃口，想吃食魔就吃食魔，只要不是垃圾食物即可。8点保持心平气和。9点若体重减轻，无论减轻多少都应该看医生。10点感到虚脱，没有尿意或连续4至6小时完全无法进食时，请马上就医。尿失禁。1点详实记录每天的饮食及大小便情形，以利医生追踪原因。2点克制水分摄取，尤其是睡前。3点避免酒精。4点避免咖啡因。咖啡因也是一种利尿剂。5点少喝葡萄柚汁。6点保持排便通畅。7点戒烟。8点减肥。9点排尿时尽量排光膀胱的尿液，然后站起来再坐下，微向前倾，再排一次。10点勿憋尿。一有尿意应马上去排尿，最好在饭前、饭后及睡前将尿液排尽。11点训练排尿习惯，先在短时间内固定去排尿，
再慢慢延长，可有效改善尿失禁的问题。12点睡的地方离厕所不要太远，方便排尿。13点在打喷嚏、咳嗽、提重物或弹跳时，应是紧缩括约肌，以免尿液外漏。14点有尿失禁的前兆，放松心情再缓步走向厕所排泄。15点使用成人纸尿裤、尿床。1点不因小孩尿床而予以责骂。2点在卧室内安排备用品，让小孩在尿床后可自行更衣或换床单，以免尴尬。3点以耐心与关心面对小孩尿床的情形。膀胱感染。1点多喝水，以增加排尿，可预防甚至治疗感染的状况。2点洗热水浴，可减轻疼痛。3点服用阿司匹林等消炎药，能减轻发炎引起的灼热感。4点服用维他命 C， 可以酸化尿液，干扰细菌生长。5点排便后，由前向后擦拭肛门，可预防感染复发。6点性交前上厕所，以免细胞借由性交被带入膀胱。7点考虑是否使用子宫套避孕器，因子宫套避孕器容易引起复发性膀胱感染。若有感染情形，应考虑该以其他方法避孕。8点尽量使用卫生棉取代卫生棉条。9点注重个人卫生，穿着棉质内衣裤较容易保持前爽洁净，但勿清洁过度。10点膀胱感染患者一旦出现血尿、下半部位及腰窝疼痛、发烧、心或呕吐时，就应该要看医生。阳痿。1点给予较多的时间，年纪愈大，产生勃起的刺激时间可能愈长，射精与下次勃起的时间也可能随着时间而延长。2点某些药物可能引起阳痿，因此若怀疑现在服用的药似乎造成阳痿的情形，应该跟医生讨论。3点克制酒精摄取量。4点注意饮食，因为阴茎是一种血管器官，所以若摄取太多胆固醇及饱和脂肪，可能使阴茎窄化，造成阳痿。5点戒烟，可避免因血管收缩造成勃起组织的平滑肌松弛，因而阻碍勃起反应。6点锻炼体型，对自己的身材愈满意，愈容易进入状况，达到勃起。7点勿运动过量。8点等待疼痛消除，疼痛时身体会抑制各种性刺激，因此疼痛消除可改善勃起困难的情况。9点避免全身性的兴奋剂，放松心情才是性行为中愉悦的催化剂。10点将注意力集中在与伴侣感官上的亲密关系，不必一味担心是否勃起。11点与伴侣开诚布公的沟通，试着找出问题的症结。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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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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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六点眼耳鼻喉科疾病黑眼圈一点冰敷可收缩血管帮助消肿也减少引起黑眼圈的内出血二点避免阿司匹林因其胃抗凝血剂使血液不易凝结会使造成黑眼圈的出血不易停止三点勿擤鼻涕以免因压迫与眼眶相邻的鼻窦而使空气注入眼皮下不但造成肿大也会增加感染机会眼睛疲劳一点注意光线太暗的灯光使眼睛容易疲劳使用能提供明暗对比的柔和灯光较佳二点每二至三个小时连续使用电脑应将眼睛移开电脑十至十五分钟让眼睛休息三点减弱荧幕的光线让荧幕的亮度降低可避免疲劳四点将电脑套上全黑的厚纸板使荧幕光线可以降到很低五点闭眼休息是消除眼睛疲劳的好方法六点将毛巾浸入茶用来敷眼十至十五分钟可消除眼睛疲劳七点将双手摩擦生热再盖住眼睛勿压迫双眼深缓的呼吸有助于消除眼睛疲劳八点眨眼三百下有助于清洁眼睛同时达到按摩效果眼部血丝一点睡眠充足有助于滋润眼睛减少眼睛的血丝二点清洁眼睑以免因残屑油脂细菌化妆品等沉屑导致眼睛发炎布满血丝三点使用人工泪液减少前色四点以冷毛巾敷眼部可收缩血管滋润眼睛夜盲症一点如果坐在黑暗中五分钟还看不到的话可能就是患了夜盲症二点维他命 A 影响人的夜间视觉能力若有夜盲的症状服用大量维他命 A 可在数小时获得改善但服用大量维他命 A 需经医师同意三点增加夜间开车的可见度保持前灯前进在光线不足时避免戴太阳眼镜有助于增加可见度四点夜盲者应避免夜间开车五点事先计划路线选择交通流量较小的道路可减少夜间开车的麻烦若天况不佳最好不要开车结膜炎一点以温毛巾敷眼二点保持前进以棉球沾清水擦拭分泌物可加速复原三点可以将婴儿洗发精与温水以一比十制成溶液用棉球沾湿擦拭眉毛可软化清洁眼睑与睫毛
四点勿与任何人共用毛巾手帕，以免互相传染。五点游泳时请戴泳镜。六点如果你的眼睛痒得像是被蚊子咬，眼内也有橙丝的脓，那可能是过敏性结膜炎，最好以抗组织胺的成药并加以冷敷。七点细菌引起的结膜炎在眼睛闭上时情况会加剧，因此晚上睡觉时最好点些抗生素软膏，以防止分泌物过多。耳垢。一点勿将任何东西插入耳朵，以免刺破耳膜，即使是棉花棒或手指都不好。二点滴一两滴双氧水矿物油或甘油等居家常备药，将耳垢软化，让多余的液体流出。重复两三天后，耳垢软化便可开始充气。三点滴几滴酒精也有助于蒸发耳内的水分。四点清洁耳朵不可太长，一个月一次就够了，否则会将耳朵的保护层冲掉。五点耳朵若有阻塞或听力丧失的问题，应立即就医。若未及时治疗耳朵感染，可能造成永久性失聪。耳痛。一点坐立姿态有助于消肿，促使耳咽管开始滴流，吞咽也能疏解疼痛。睡觉时最好稍微垫高头部，以利滴流。二点保持温暖，可以减轻疼痛，因此可将吹风机置于距离5至10公分处，让暖气送入耳朵。三点想知道是否得了中耳炎，可以抓着耳朵摇动一会儿，若未觉疼痛，则问题应该是在中耳，反之，则感染可能发生在外耳道。四点将婴儿油置于一锅温度与体温相同的水中，待婴儿油温度也达到体温时，滴一到二滴到耳内，可减缓疼痛。唯必须注意，如果你怀疑耳鼓膜破裂或穿孔，千万不要滴任何液体到耳内。五点咀嚼口香糖，让肌肉活动有利于打通耳咽管。六点吸一大口气，捏住鼻子，然后将空气挤入鼻腔内。当你听到啪的一声，耳内与耳外的压力就会平衡了。七点飞机降落期间不要睡觉，因为入睡时无法向清醒那么长吞咽，耳朵无法跟上气压的变化，可能使耳朵不舒服。八点在飞机着陆前一小时或睡前使用去冲血剂或鼻腔滴液，可预防半夜耳朵痛。九点保持耳朵内外压力平衡，潜水游泳时避免使用超紧的耳塞或头套过紧的潜水衣，以免在下降时阻碍压力的平衡。十点避开疼痛的来源，如搭飞机或潜水。十一点试试止痛药，可暂时疏解疼痛。耳朵感染，一点服用止痛药，可帮助耳朵感染患者进入梦乡，但若年龄低于21岁，则不宜服用阿司匹林，以免罹患雷氏症候群。这是一种威胁性命的神经疾病。二点保持头部直立，
而咽管就可以自然滴流。三点喝水的吞咽动作有助于打通耳咽管，耳咽管打通就可以解除疼痛。四点耳朵容易感染的您，可在睡前使用气冲血剂，帮助耳内前道，使患者入眠。五点喝母奶的婴儿较不容易发生耳朵的毛病。六点戒烟，烟所含的刺激物将促使耳朵的毛病变成感染，导致耳咽管阻塞。二手烟易燃，七点容易罹患耳炎的小孩，父母应选择较小型的托儿所，可减少罹患机会。八点三岁以后的小孩就脱离耳炎的困扰，比较不容易被感染了。中耳炎，一点弄湿耳朵，应将外耳向上及向外拉，使耳道伸直，再以吹风机向耳内吹30秒，可消除细菌及霉菌库室的湿热环境。二点在耳朵发痒时滴耳药水，使其具有抗菌功效，可避免感染。三点洗头发、洗澡或游泳时，记得戴耳塞可保持前道，避免感染。四点患中耳炎时若想游泳，应将头露出水面，减少水进入耳内的机会。五点使用止痛剂暂时止痛，但仍应就医。六点热敷可疏解耳痛。七点勿清除耳垢，适度的耳垢可防潮并提供良性菌的栖身处。八点保持耳道的前道，可以棉花棒沾凡士林，轻轻地塞入耳朵入口处，有助吸收耳朵内的水分，使耳道前道。九点使用消毒酒精、白醋、婴儿油或羊毛汁等家庭配方，在每次弄湿耳朵后充当前道剂。十点慎选游泳场所，才不会感染细菌打鼾。一点节食，大多数的打鼾者都是体重过重的中年人，减肥可停止打鼾。二点睡前喝酒会使打鼾更严重。三点避免镇定剂，因为任何使头颈附近组织放松的物品都会使打鼾更大声。四点抽烟的人较容易有打鼾的问题。五点侧睡觉不易引起打鼾。六点垫高床头，不只是头部，而是整个上半身。七点控制过敏症，打喷嚏和打鼾经常相携而来，可使用鼻腔去冲血剂减少过敏引起打鼾。八点鼾声愈大，问题愈严重。过于严重的情形可能要开刀解决。流鼻血，一点在止流之前应先将血块擤出，以免因伤口无法闭合而无法止血。二点以气冲血剂或鼻腔喷液将棉花沾湿，塞入鼻孔可帮助止血，白醋也行。三点用手指捏住部分的鼻肉，持续压紧5-7分钟，可帮助止血。四点坐直，以免血液流到喉咙。五点冰敷可促使血管收缩，减少流血。六点血液凝结后，将形成血块结痂，此时最好不要挖鼻孔，以免剥落结痂。
造成鼻血复发。七点涂抹抗生素或类固醇软膏，可止痒也可防止粘液前硬。八点补充铁质，帮助体内造血。九点阿司匹林可能干扰血液凝结。如果你很容易流鼻血，最好少用阿司匹林。十点此外，医生建议少用富含水杨酸的食物，包括咖啡、茶、杏仁果、苹果、杏果、蓝莓、黑莓、小红莓、薄荷、樱桃、葡萄、葡萄、甜桃莓、番茄及黄瓜。十一点控制血压，选择低脂低胆固醇的食物。十二点增加空气湿度。十三点补充维他命 C。十四点慎选口服避孕药，最好和医师讨论。十五点戒烟，以免使鼻腔黏膜前道引发流鼻血、鼻窦炎。一点吸入热蒸汽，有助鼻窦通畅。二点喝杯热饮，可提供部分疏解。三点使用湿气机，可预防鼻腔及鼻窦前道。四点多补充水分，每天喝大量的饮料可以稀释粘液，保持流畅性。五点一次醒一边，可防止内耳形成压力，使细菌跑到更深的地方。六点使用去冲血剂，帮助收缩血管，使空气流通顺畅，并减轻鼻腔内的肿胀感。七点勿持续使用鼻腔喷液，否则会使症状延续或甚至更糟。八点运动有助肾上腺释出，能收缩血管，帮助消除鼻窦的肿胀。九点以指腹擦摩疼痛的鼻窦，可促进新鲜血液流至此处，缓和不适。十点用热毛巾覆盖眼睛及颧骨，可消除鼻窦痛。十一点吃蒜头、山菜根，可使粘液较不粘稠焦灼，使粘液较易流动。喉咙痛，一点服用口含定，特别是含酚的口含定可杀死表层的病菌，有助于控制入侵，同也有轻微麻醉作用，可麻痹神经末梢，减低痛痒感。含酚的喷液也有同样效果。二点服用心口含定，可有效疏解喉咙疼痛，但不可连续使用高剂量的心达七天以上，以免干扰体内其他矿物质。三点洗盐水或其他溶液来治疗，如洋甘菊茶、柠檬汁、威士忌。若声音有嘶哑或咳嗽，则疼痛的部位较深，这时漱盐水较无济于事。四点增加室内的湿度，才不会因嘴巴呼吸而吸入前道空气，造成疼痛。五点解决鼻塞的问题，可减低喉咙痛的问题。六点服用止痛药，以减轻痛苦。七点多喝白开水。八点以洋甘菊泡入沸水，再用热毛巾浸透领前，直接敷在患部，待毛巾冷却再重复前述动作，可疏解不适。九点服用蒜油胶囊，可有效杀菌，为出现反效果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十点服用维他命
啡有助强化组织，可帮助对抗喉痛的病菌。11点更换牙刷，以免旧牙刷上的细菌侵入。若生病了，复原时应该再换一次牙刷，以免被感染。12点睡前1至2小时内不要吃东西，睡觉时将头部垫高，可防止胃酸逆流，伤害喉咙、喉炎。1点不要说话，让喉咙休息，即使是轻声低语也最好避免。2点勿服用阿司匹林，以免延缓血液凝结的时间。3点使用能提供湿冷水汽的湿气机，有助声带表面的黏膜保持潮湿。4点使用热蒸汽，也可使黏膜规避湿度。5点多喝开水，最好是温开水，但要避免冷饮。6点用鼻子呼吸，可保持喉咙湿润，尽量不要用嘴巴呼吸。7点戒烟。8点慎选喉糖，最好选用蜂蜜或水果口味的喉糖，不要含薄荷的喉糖。9点注意飞机舱内的空气，若太过甜燥可含糖果，以增加唾液分泌。10点检查服用的药物中是否会造成喉咙甜燥，例如降血压剂、甲状腺药物。11点用麦克风说话，可帮助扩音。12点练习发声，可减少因说话而造成的肌肉彼此压迫。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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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七点口腔牙齿疾病，口臭。一点用餐时避免葱蒜等辛辣食物，因其容易在用餐后迟迟不散。2点避免辛辣的熏肉制品，以免因挥发性精油而使气味残留口腔内。3点某些特殊的起司及前酪等乳制品容易残留在口鼻中。4点避免某些鱼类，例如比萨的鱼、三明治的尾鱼，都可能造成口腔气味。5点以开水代替酒精饮料，咖啡、啤酒、葡萄酒、威士忌等都要尽量避免。6点随身携带牙刷，可使某些气味暂时或完全的消失。若无法刷牙，可以漱口取代。7点每天正常吃三餐，不吃东西或进食可能引起口臭。8点如无法暂离座位，可多饮用餐桌上的开水，有助减轻气味残留在口中的困扰。9点用含薄荷味的漱口水应急，因漱口水只有短暂的功效。10点嚼薄荷或口香糖，可暂时遮盖口气。11点把香菜圆虽放入口中咀嚼，可净化口气。
12点试试烹调用的香料，也可净化口气。13点刷牙，别忘了刷舌头，以免残留细菌在口中作怪。14点向手心哈气或闻闻牙线的残垢，如果味道不佳，表示口气不清新。15点经常性无因的口臭应该就诊。癌症、肺结核、梅毒、虚脱、缺乏锌等病可能引起口臭，纯疱疹。1点保持患部前爽。2点换牙刷，以免牙刷上的病毒残留造成多重疱疹。3点勿将牙刷置于浴室。4点使用小条牙膏，以免牙膏的开口有细菌残留。5点在伤口涂上凡士林，但切记用手直接涂抹，应以棉花棒沾入凡士林。6点使用新水溶液，可加速复原。7点补充赖氨酸，为需经医师同意。8点检视生活习惯，生活作息应力求正常。9点冰敷，可减轻发炎。10点以含酚的成药疏解患部。11点防日晒风吹，保护嘴唇，避免受伤害。12点避免含丰富精氨酸的食物，如立克、立可乐、豌豆类、麦片、花生、明胶、腰果、啤酒等。13点紧张、情绪及高度压力可能引起单纯疱疹复发，应学习一个彼此照应关怀的人际关系，并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健康积极的态度面对，比较能克服症状。14点放松心情。15点运动可强化免疫系统。16点不必因为纯疱疹而觉得沮丧，这和长青春痘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磨牙。1点白天时让嘴巴保持在健康的休息状态，即让牙齿维持松弛，最好是嘴唇相合，牙齿相离。2点咬苹果或生萝卜等东西使上下颚疲劳，可镇定嘴巴。3点热敷上下颚，可松弛咬合肌肉，也可减少头痛的机会。4点可到体育用品店买护齿套，有助于防止夜间磨牙。5点磨牙与压力最有关系，因此放松心情是最好的办法。6点减少咖啡因与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7点洗温水澡。8点宽待自己。9点学习放松的方法，例如冥想或渐进式放松。牙痛。1点用力漱口，也许可以将引起牙痛的菜屑自牙缝中清除，使牙痛痊愈。2点麻醉止痛，含一口威士忌是好方法。3点漱盐水，可减低痛楚。4点按摩手掌、虎口的地方，或以冰块搓摩此处。5点勿使用受伤的牙齿。6点冰敷牙痛部位的脸颊，可疏解疼痛。7点勿张嘴，避免冷空气接触牙齿。8点每4至6小时服用阿司匹林一定。9点避免热疗，以免使感染扩散，使引发炎。
一点使用牙线，正确的刷牙，做好口腔保健。二点刷牙龈边缘，将牙刷倾斜45度角，由内向外侧，使牙面及牙龈都能被刷到。三点使用两只牙刷，让牙刷可以封前。四点电动牙刷可以帮助去除大部分牙垢。五点防止牙骨疏松，多补充钙质。六点按摩牙龈，以拇指及食指夹住牙龈摩擦，以促进牙龈内的血液循环。七点补充维他命 C， 可控制牙龈出血。八点认清漱口水的标签说明，最好含有氯化物或溴化物的产品。九点过于紧张的生活会造成牙龈负担。十点戒烟戒酒。十一点刷舌头，以去除细菌毒素。十二点漱双氧水，以1:1的比例和水混合漱口，但勿吞食。一周三次。十三点每天吃一种生菜，特别是硬且多纤维的蔬菜。十四点以些许水调和碳酸氢钠，将其涂在牙龈边缘，不但可使牙齿光亮，也可中和细菌的酸性废物，同时除臭。十五点以芦荟刷牙龈，可减少口内的牙垢、齿石和齿垢。一点正确的刷牙，以45度角将牙刷置于牙齿与牙龈的交界处，轻轻地以圆形的方式移动牙刷，一次刷1至2颗牙才是正确刷牙法。二点不要忽略臼齿部位。三点刷牙2分钟，不是30秒匆匆的结束。四点选用适当的牙刷，小型的牙刷比较好，软的尼龙材质较不会刮损珐琅质。五点以握笔方式握牙刷较正确。六点使用牙线，可刮除齿垢。七点使用含有氟化物的牙膏。八点将碳酸氢钠与盐混合，当作牙膏使用。九点用清水刷牙也可去除牙垢。十点饭后刷牙或漱口，帮助去除牙垢。十一点以1:1的比例将双氧水与水混合，便是漱口水。十二点使用冲牙器。十三点饭后咀嚼口香糖，无糖的口香糖较好。十四点试试电动牙刷，可帮助行动不便者清洁牙齿、牙齿的斑渍。一点饭后刷牙。二点用碳酸氢钠刷牙。三点漱口。四点使用电动牙刷。五点使用漱口水。六点勿使用牙齿洁白剂，因其不仅去除齿渍，也磨损珐琅质。七点刷牙不宜用力过猛，假牙的问题。一点对着镜子微笑皱眉，喜怒哀乐等表情，可帮助你较有自信。二点练习说话，做咬字练习，以便戴上假牙可清楚的发音。三点制作录影带给牙医看，让医生了解你颚肌或嘴唇移动的问题。四点小心使用牙签，
五点朗读可检查自己戴上假牙后是否发音正确。六点使用假牙粘着剂。七点在刚装上假牙时吃软性食品。八点饭后将假牙拆下。用肥皂及清水清洗。九点养成刷牙习惯。十点是用口含定。可帮助你经常吞咽。去除因初戴假牙而产生的过多唾液。十一点按摩牙龈。可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较长吞咽。十二点以盐水漱口。清洁牙齿。十三点偶尔剥下假牙。让牙龈休息一会儿。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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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八点头发与皮肤疾病头皮屑一点经常洗头发可控制头皮屑欲常洗头发欲容易控制头皮屑。二点使用温和无药性的洗发精。三点使用抗头皮屑配方的洗发精。四点使用焦油配方的洗发精。待起泡后五至十分钟再冲洗掉。五点与一般洗发精轮流使用。六点洗头发最好洗两回。七点再洗发经起泡沫后戴上浴帽。可增进药用洗发精的效果。八点最好每隔数月换一次洗发精品牌。九点按摩头皮。帮助松弛头皮与头皮屑。十点避免以啤酒当作润发液及发胶，以免引发头皮屑。十一点使用润发乳，以防止头发因抗头皮屑、洗发精而伤害发质。十二点偶然使用橄榄油，可帮助松弛及软化头皮屑。十三点晒太阳。因阳光中的紫外线对脱皮现象有消炎的作用，因此头皮屑在夏天较不严重。十四点平心静气，避免情绪诱发或恶化头皮屑问题。头发前色，一点勿洗头过度，二点使用润发乳。三点以美乃滋充当润发乳，等待一段时间再以水冲掉。四点经常修剪发尾，有助控制发尾开叉。五点勿以高温设计发型。六点避免风吹日晒。七点游泳应戴泳帽。八点喷些啤酒可当定型液。而且可赋予头发清新健康亮丽。别担心满身酒味。酒味很快就会挥发。九点到美发院护发。油性头发。一点经常洗头发。二点洗头时按摩头皮。但两次洗发之间则应避免。三点洗头要洗两次。四点勿用润发乳。五点使用收剂。六点梳头时勿过分用力。一
免将油脂油发根带到发烧。七点避免额头上方的发丝其长。打薄或打层次可以看起来较蓬松。八点放松心情。九点某些避孕药会影响女性的荷尔蒙平衡。改变油脂分泌。应该选用时刻与医生讨论。十点改以啤酒做发胶。十一点用柠檬水润发。可有效去除油脂。十二点用苹果醋润发。可滋养头皮及去除洗发精的残留物。皱纹。一点避免晒太阳。否则易使皮肤脱水萎缩。二点收敛不表情。若过度挤眉弄眼。容易形成皱纹。三点避免让脸部直接暴晒在阳光下。四点注意睡姿。避免脸与枕头接触。才不易引起皱纹。五点减肥要趁年轻。否则年纪大了皮肤松弛。一旦瘦下来会形成较多的皱纹。六点培养运动习惯。可使肌肤紧实。七点饮食均衡。维他命及矿物质是维持肌肤年轻的重要物质。特别是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A 及维他命 C 如牛肉鸡肉蛋全麦牛奶及新鲜蔬果等食物。八点勿抽烟。抽烟会导致口腔周围的皮肤及早老化，也因皮下微血管的血液供应较少，而加速皱纹的产生。九点少喝酒，以免因酒精使脸部发肿撑开，待收缩时皱纹便因此而生。十点使用润肤乳液。但应先清洗皮肤。十一点勿任意尝试坊间不实的广告商品。十二点勿清洗过度。以免皮肤太过前燥。产生皱纹。十三点使用湿气机。可提高湿度。防止皮肤前燥。十四点向专业化师咨询。十五点以不含油脂的化产品修饰皱纹，但不要期待奇迹。十六点放松心情，笑口常开的人可转移别人对皱纹的注意力。粉刺。一点改用适当的化品，油脂过多的化品会造成皮肤的负担。二点细读产品标签。羊毛脂溢饼鸡肉豆蔻油月桂硫酸钠应避免。和油脂一样。都会造成皮肤负担。三点彻底卸妆。四点化品能少用就少用。五点某种避孕药可能加重粉刺的问题。六点千万不要挤压。除非面泡中央出现黄点，即面泡已化脓，时可轻轻挤压，使脓排出，有利面泡复原。七点消除黑头粉刺，八点避免日晒，九点把皮肤搓洗前净，十点一次只用一种药物，十一点遏止粉。四的蔓延应将药物涂在粉刺的四周，而非患部所在。十二点长期使用过多含碘的食物，将诱发粉刺，例如海产食物、海带等。水泡，一点将大水泡或容易破裂水泡刺破，以利其中的液体排出。
二点用斜纹棉布做成甜甜圈状，套住水泡，可承受每日活动的震动及摩擦。三点要刺破水泡前，记得消毒搓针。四点刺破水泡后勿将皮掀掉，因为这块皮可保护伤口。五点三合一抗生素可除去水泡的细菌感染。六点用简便方式覆盖，如 OK 风。七点透气对伤口有益。八点纱布一旦湿了就应该替换。九点提高鞋垫可减少摩擦。十点穿袜子可减少水泡产生的状况。十一点每日撒爽身粉。十二点涂凡士林可减少摩擦。十三点穿新鞋配新袜，可承受摩擦，力以保护脚。十四点只用一般顺着脚型剪裁的袜子，才能预防水痘晒伤。一点只用止痛药，如阿司匹林可疏解轻度至中度晒伤的红肿痒痛。二点预防晒伤可在皮肤泛红前服用阿司匹林。三点湿敷，以冷水脱脂牛奶醋酸铝燕麦片金铝酶溶液来湿敷皮肤，可防止过痒或皮肤前燥。四点泡冷水澡，以醋碳酸氢钠等浸泡，再以前浸的毛巾轻拍皮肤，擦前患部，以免刺激皮肤。五点只用温和的香皂，并彻底的冲洗前浸。六点在洗澡之后涂上滋润皮肤的乳液。七点只用新鲜芦荟，直接涂在患部，可帮助伤口复原。但应先测试是否有过敏反应。八点用布包住冰块，敷在受伤的皮肤上，可舒缓疼痛，但不能将冰块直接接触皮肤。九点多喝水。十点饮食均衡，且应清淡。十一点若腿被晒伤，斜脚呈现浮肿，最好将腿抬到高于心脏的位置，可减低不适。十二点睡眠充足，可在床上撒上爽身粉，以减少与床与皮肤的摩擦。十三点若有水泡，则未严重晒伤，若范围不大，可将其刺破，但勿将表皮剥除。十四点晒伤的皮肤要三至六个月后才能恢复正常，因此不要在短期内再暴晒在阳光下。十五点出门前要擦防晒油，即使阴天亦然。游泳或大量流汗后要记得补擦。16点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的阳光威力最强。17点若想晒黑皮肤，最好循序渐进，慢慢延长暴晒的时间，磨伤。1点只用爽身粉，防止摩擦。2点尽量穿着使用天然纤维为原料制作的衣服。三点在已磨伤的地方涂抹凡士林。四点新衣服在穿前先洗过，这样有助于软化衣物。五点不穿质料粗的衣物。六点如已磨伤，则可使用绷带覆盖在已磨伤处。
如此可防止伤害加剧。割伤及擦伤。一点以直接施压的方式止血。在伤口处放一块清洁能吸水的布。以手压紧。通常会在一两分钟内止血。二点若血流不止。请将受伤的地方高举超过心脏。以减低伤口的血压。可遏阻流血。三点清洁伤口可以清水轻轻洗净。一天两次。四点用弹性绷带绑住伤口。但勿阻碍血液循环。五点伤口若血流不止。应先压住伤口离心脏最近的加压止血点。在一分钟后若未止血再予以紧压。六点勿使用止血带。以免因血液循环被阻断。而失去受伤的手或脚。七点保湿伤口。以免伤口因暴露在空气中。而减缓新细胞生长。八点二四小时内注射破伤风预防针。烧伤。一点熄火。然后用大量的冷水冲伤部。若是被热油热汤或电池酸溅到。应先将沾到的衣物脱下。然后洗去皮肤上的油脂。再将伤部进入冷部中。但若衣服与伤口粘在一起。则不宜自行揭开粘。住的衣物。二点勿以奶油涂抹伤部。因其会妨碍烫伤部分散热。同时也可能引发感染。三点盖住伤部。以免感染。四点受伤二十四小时内别理会烧伤部位。二十四小时后用肥皂及清水轻轻清洗烧伤部位。然后以前进纱布盖住。并保持前爽。五点使用维他命 E 涂在伤处。可疏解不适。并预防疤痕。六点保留水泡完整可维护伤处不被感染。冻疮。一点躲开寒风。二点勿使用前灶的辐射热气。三点保持暖温。四点保持前灶。五点勿喝酒。否则热气会散得更快。六点勿抽烟。抽烟会降低体内的血液环境。使四肢更容易受到伤害。七点勿穿紧身衣。也不要戴任何戒指首饰。八点避免接触金属。嘴唇前裂。一点使用护唇膏。二点擦口红。三点摄取维他命 B 群。四点补充水分。五点不要舔嘴唇。六点避免牙膏、加味剂、糖果、口香糖、漱口水等物过敏。以碳酸氢钠刷牙较好。七点若手边无护唇膏。可以用手指沾点鼻子两侧的油脂。可谓最好的天然疗法。前列的手。一点避免接触水。二点洗手时洗手心就好。三点使用无油脂的乳液洗手。涂在手上。搓成泡沫。然后用面纸擦拭。四点以沐浴油洗手。五点使用护肤剂。六点用毛巾擦手。七点浸泡双手。八点是用便宜的 C 乳霜。九点涂两层保护霜。十点是用柠檬油与甘油。
然后按摩双手。11点戴手套。12点上美容院洗头发。13点用燕麦片脱皮。每周一次。将生的燕麦片搅成细粉末。再将手深入摩擦。待死皮脱落，再以冷水清净拍前。涂上2层护手霜。14点如果可能。尽量少接触厨房的事物。油性皮肤。1点使用护肤面膜。2点用热水及洁肤皂洗脸。3点使用收水。4点慎选化品。皮肤前色及冬季皮肤痒。1点将皮肤浸入温水中。2点润滑皮肤。以避免皮肤的水分蒸散掉。3点趁皮肤表面有水分时擦拭乳液。4点最佳的乳液就是凡士林。5点使用超湿质香皂。6点勿太常使用香皂。7点使用湿气机。8点降低体温。皮肤炎及湿疹。1点低放前道的空气。2点用温水泡澡。3点使用润肤产品。4点避免使用止汗剂。5点穿棉质衣服。6点避免使用假指甲。7点冰敷。8点调配适当的饮食。9点避免快速的温度变化。10点使用纯白的卫生纸。11点使用不含香料的乳霜或软膏。12点使用尿素产品。13点洗一次，冲2次。14点当心发生白内障的可能。尿不疹。1点让屁屁透气。2点使用超强吸力的尿布。3点保持婴儿屁股的前爽。4点用醋冲洗尿布。5点喝小红莓汁。前麻疹。1点冷敷。2点涂抹碱性物质如氧化镁乳液。可有些许效果。3点用药用植物。4点最好事先预防。避免接触可能引起前麻疹的药品植物或昆虫咬伤的可能。带状疱疹。1点使用止痛药。2点服用维他命 C 及 B 群。3点冷敷患部。4点避免高温。5点泡太白粉皂。但只有暂时止痛的功效。6点使用双氧水擦拭再患处。7点使用抗生素软膏。油。1点使用维他命A 直接涂在油上，效果良好。2点降维他命 C 捣碎，掺水拌成糊状，直接涂在油上，对某些人有帮助。3点贴 OK 风。4点保持前道。5点使用 60% 水杨酸的软膏。使用前先将患部浸在温水10分钟，以促进药物渗透。6点记得穿鞋子，以免脚上的裂痕或伤口被病毒入侵。7点经常更换鞋子。8点避免接触伤口。9点宝贝指甲周边。10点放松心情。接1点以热敷将脓逼出。2点延长温敷时间。3点以消毒针将接刺破。再将脓挤出。
四点五使感染扩散。鸡眼与后剪。一点不可用尖锐的工具将鸡眼与后剪去除。二点谨慎使用膏药布。最好是完全避免。三点浸泡盐水或洋甘菊茶。四点摸除后剪。五点以软垫隔开脚趾，以免因摩擦而造成的鸡眼。六点使用点式绷带。七点覆盖患部。八点请鞋匠伸展皮鞋，使鞋子有弹性，减少鸡眼的疼痛。九点避免高跟鞋。十点穿尺码相符的鞋子。十一点糖尿病患物自行处理后检或鸡眼的问题。疤痕的问题。一点保护皮肤避免受伤是首要工作。二点帮助伤口快速复原。三点勿剥除疮痂。四点饮食均衡。五点勿用力搓洗伤痕。六点用防晒油遮盖疤痕。脂肪堆积。一点减轻体重。二点营养均衡。三点充分休息。四点防止便秘。五点保持皮肤的排泄系统通畅。六点多喝水。七点避免盐分。八点戒除喝咖啡或抽烟的习惯。九点锻炼肌肉。十点按摩脂肪堆积部位。十一点做深呼吸。十二点保持平静。香港脚。一点爱护足部。给予充分的休息。二点疏解脓疮。以冷敷控制发炎，减轻痛痒及前灶脓疮。三点浸泡盐水溶液。四点再换布涂药。五点治疗指尖部位。六点去除死皮。七点二至三天清除一次指甲垢。八点使用抗霉菌乳霜或乳液，可抵抗复发。九点选择适当的鞋子。十点经常换鞋。十一点保持鞋子的前爽。十二点经常换袜子。十三点在脚趾间撒些爽身粉。十四点在鞋内撒些爽足粉。十五点勿赤脚走在公共场所。脚臭。一点经常洗脚。二点在脚上使用爽身粉。三点使用止汗剂。四点经常更换袜子。五点穿通风的鞋子。六点睡前以酒精擦拭脚部。再撒些除臭粉。然后用塑胶袋套脚。以诱发流汗。次日清洗脚部。在予以擦前，连续如此一周，接着在每周一至两次。七点经常泡脚。八点以茶包煮水，再用脚浸入20至30分钟。擦前后撒爽身粉，可防止脚臭复发。九点也可以粗盐溶于水泡水。十点醋酸铝重碳酸钠及醋溶于水泡脚，都有除臭的作用。十一点冷热交替的泡脚，有助减少流汗，防止脚臭。十二点保持平静。十三点注意饮食。十四点勿过度劳动足部，昆虫及动物咬伤。一点蚊蝇咬伤，请先以肥皂及清水冲洗咬痕，然后涂一些杀菌剂。二点为了控制发炎，
可将患部弄湿后擦些阿司匹林在伤口上。但对阿司匹林过敏者勿试。三点疏解痒痛，可口抗组织胺或冰敷。也可将碳酸氢钠或盐溶于水中。取部浸湿后敷于患处。四点预防蚊虫咬伤，可用及稀的氯漂白水泡澡。驱虫效果可达数小时。但避免溶液接触眼睛。五点某些沐浴油及防晒油具有驱虫效果。六点每天服用锌至少60毫克。可当作天然驱虫剂。但应由医师许可。七点若被猫或狗咬伤。特别是被猫咬到。可能传播病菌感染。应以肥皂及清水彻底清洗伤口，除去唾液及其他污染物，并予以止血，让伤口的位置高于心脏，再用无菌绷带或清洁的布条将伤口绑住。八点动物咬伤可以阿司匹林止痛。若有发肿情形应提高患部并且加以冰敷。九点最好到医院注射或伤风预防针。十点蜘蛛咬伤应先彻底清洗伤口。然后用杀菌液消毒。十一点以冰敷方式降低毒素被吸收的速度。十二点用水润湿伤口。在他一定阿司匹林以中和不毒素。13点若被黑寡妇或瘾君子等毒性极强的蜘蛛咬到。应至医院就诊。昆虫熬伤。一点辨认识的来源。大多数的蜜蜂只能致人一次。但黄蜂、胡蜂等蜜蜂可以一再的致人。某些蜜蜂还会吸引一大群同伴来袭，因此千万要小心。二点被蜜蜂噬到应尽快剔除噬针，但注意勿挤压噬针或毒囊，以免噬出更多的毒液。三点以肥皂或杀菌剂清洗伤口。四点冷敷伤口不但可疏解疼痛，还能止痛。五点热疗也能止痛，可拿个吹风机对准伤口吹风。六点弄湿伤口后，用阿司匹林定搓磨，可中和毒液中的某些发炎物质。七点降阿摩尼亚。及氨水涂在伤口上可迅速止痛。八点可将碳酸氢钠混水制成糊状敷在伤口。九点将活性碳粉加水调成糊状。涂在伤口可迅速吸收伤口的毒素。达消肿止痛的功效。但要保持活性碳粉的湿度才能发挥功效。十点要预防试伤应穿淡色服装。勿擦香水。也可增加新的摄取量。十一点被一群蜜蜂追赶时。可跑进室内或跳入水中。进入树林也是一个好方法。因为蜜蜂在树丛中不易追赶猎物。十二点使用松节油也可防蜂。十三点若被水母咬伤。应立即用盐水冲洗伤口。不可用淡水。同时也不可脱磨皮肤。十四点被水母咬伤后以酒精泼洒在伤口。若无医用的消毒酒精，含酒精饮料也可代替。
25点被水母咬伤时，它是吐或氨水有缓和的效果。16点被水母咬伤后，若有处需要剥除，应避免以手直接接触，可以毛巾裹手抹掉，或以刮胡膏轻轻地刮除。若仍无法去除，可将沙子与海水涂在伤口，然后以刀片、信用卡等锐利的东西将触须刮除。17点要避免水母咬伤。穿裤袜游泳是一个好方法。肉刺。1点手指长了肉刺，最好将它剪短。2点勿咬肉刺，以免在指甲周围留下深痕而引起感染。3点浸泡水和油混合而成的溶液。4点涂抹润肤乳液。5点勿抠刺肉。6点养成护肤的习惯。7点爱护角质层。星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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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点肌肉及骨骼疾病。肌肉痛。1点休息受伤的肌肉。要休息多久，需视受伤程度决定。2点肌肉一旦受伤，要预防发肿，以立即冰敷患处，每次20分钟，不宜过久。3点使用绷带包裹受伤的小腿或扭伤的脚踝，可阻止发肿，但不宜过紧。4点抬高受伤的足部或小腿，超过心脏位置，以防血液流向伤处，引起肿大。5点热敷可治疗急性疼痛或扭伤，但最好在冰敷相当时间之后才转为热敷，且不宜过久。6点服用非类固醇的消炎片可有助于疼痛。7点伸展肌肉有松弛的效果，也能预防肌肉因复原过程缩短而紧缩，造成以后的肌肉疼痛。8点按摩肌肉可缓和疼痛，但只需轻轻的搓揉。9点添加衣物保暖，可以支持肌肉。10点变换位置是减少肌肉疼痛的方法，特别是需要长期坐在办公桌前处理文书工作或使用电脑的人。除了要保持舒适的位置，起来动一动，适时的变换姿势都是有必要的。11点站起来可以帮助消除腿部或足部的痉挛。12点肌肉的次日可以较慢的速度及较轻的力气进行使肌肉受伤的活动，有助于排除疼痛。13点以其他运动来缓和肌肉疼痛，例如因走路而使小腿酸痛，可以改骑脚踏车让小腿休息。14点若肌肉疼痛已成了慢性问题，则减轻体重可以降低身体负担。15点若某一种运动经常使肌肉受伤，
则有必要换其他的运动。16点，在激烈运动之后不宜突然停止，最好能缓和一下，慢慢的停下来。17点，穿着适合的鞋子是避免肌肉疼痛的必要方法。18点，经常活动四肢，强化肌肉的柔软度。19点，多补充水分，特别是在运动前后及运动期间。20点，若半夜抽筋时，可站在墙边以手抵墙，脚跟贴地，保持10秒，反复数次。21点，从脚踝向上按摩小腿，可缓解抽筋。若经常苦于抽筋，可在每日睡前先行按摩小腿。22点，穿宽松睡衣及减轻棉被重量都可减轻抽筋的发生。23点，补充钙质可减少抽筋的发生，但应向医师咨询。24点，侧睡，膝盖微弯，并在两膝之间加个枕头，可避免小腿抽筋。肌腱炎，一点，让肌肉休息，但避免休息过久，以免肌肉萎缩。二点，若肌腱炎的发生是运动引起的，更换运动项目是个可考量的方法。三点，洗按摩浴可帮助提高体温并促进血液循环。四点，若肌腱炎发生在膝盖部位，可以温湿的毛巾热敷。五点，平时及运动前应多多伸展肌肉。六点，在后腕或后膝，可强化肌肉与肌腱。七点，使用冰块消肿止痛，但心脏病、糖尿病或血管有问题的人不宜使用。八点，抬高患不可控制发肿。九点，服用不含类固醇的止痛药可消炎及消肿。十点，锻炼肌肉可强化肌肉。十一点，休息片刻是疏解肌肉紧绷的最好方法。指甲内生，一点，以温水泡脚软化指甲，仔细擦前后，再在指甲凹处边缘塞入一小撮消毒过的棉花，将指甲稍微顶出沟槽，使指甲能越过表皮组织生长。棉花应每日更换，以防细菌感染。二点，让指甲透气。三点，最好穿宽头鞋或凉鞋。四点，细心的修指甲，应剪成平直形状，以免指甲边缘弯入皮肤生长。五点，适当的修护指甲，若剪得太短，应以锉刀将边缘磨平。六点，指甲不要短于脚趾边缘，以避免脚趾受压迫及摩擦，颈部痛。一点，冰敷可消肿。二点，冰敷消炎之后，以热敷可缓和痛处。三点，服用止痛药。四点，坐有靠背的椅子。五点，坐着时在背部凹陷处置放一条毛巾，可帮助脊椎直立，并提供额外的支柱。六点，适时休息，起身走一走是不错的方式。七点，避免经常低头，以免脖子背面的肌肉紧绷。八点，视线应与荧幕保持水平。九点，减少电话聊天。十点，搬运重物在弯膝蹲下时应保持脊椎直立。
将重物贴近身体，同时双脚与肩膀同宽。11点睡硬床垫可能较好，有些患者在舍弃不用枕头后得到颇大的改善。12点不要趴睡，趴睡不但伤背也伤脖子。13点在湿冷的天气戴围巾，以免加重脖子的僵硬及酸痛。14点紧张与压力可能是颈部肌肉僵硬的原因，试着放轻松。背痛，1点背痛的前2天应保持最低的活动量，躺在床上休息是有必要的。2点卧床休息应该适度，最好在2-3天后就恢复正常生活。3点冰敷或以冰块按摩可止痛，有助于消除背肌的肿大及紧绷。4点冰敷1-2天后可改用热疗法。5点冰敷与热敷交换运用，反复数次可疏解疼痛。6点伸展背肌帮助消除痉挛，方法是躺在床上，轻轻地提起双膝向胸前弯曲，一旦膝盖抵达胸前，稍微再对膝盖施压放松后再重复。7点下床时应小心缓慢地滚动到床边，双脚掀着的再将身体直直撑起。8点长期背痛则可在弹簧床下塞些旧杂物，防止睡觉时因床中央凹陷使腰及背部下陷。9点使用可以调整又不会摇晃不定的水床，可帮助预防背痛。因水床对身体各部位所施的压力均等，因此即使整夜以同一姿势躺着也没有关系。10点睡眠时垫高颈部及膝部，尽量采平躺姿势，在头与颈间以及膝下都放一个枕头，可松弛后垫，进而缓解背的压力。11点模仿婴儿的睡姿，在两膝间塞个枕头，防止腿向前滑动拉扯臀部，进而波及背部。12点背痛时每天服用一定阿司匹林，可去除发炎症状。13点以想象转移背痛。14点倒立身体，反转身体的重心可能帮助消除背痛。15点练太极拳可以帮助松弛肌肉，有利于协调体内各部。16点以压的起身弯膝仰卧，抬头路上游泳姿势，踩固定式脚踏车等运动减轻痛楚。17点运动时要适可而止，避免逞强。18点选择舒适的车座，也是避免背痛的方法。手腕痛症候群，1点手部若有刺痛感，应做些温和的手部运动，如旋转手腕。2点将手抬过头部，一边旋转手臂，一边旋转手腕，可帮助肩膀、颈部及上背部调整位置，并疏解压力及张力。3点做头颈运动，如旋转头部、看左看右等简单的动作。4点使用阿司匹林可帮助消炎止痛。5点让手肘高于肩膀，以桌面支撑手肘，或将手靠在椅爬上，是让手获得
休息的好方法。六点将手连续握放，并伸直手指再弯曲，反复练习，有助疏解疼痛。七点睡眠时避免手臂下垂点。八点使用护腕夹板，让手腕保持伸直，可减轻手腕痛楚。最好选购有粘扣带和金属色线的护腕，可提供支持作用又不使手僵直。记得要露出手指。九点用绷带包裹手腕时不要太紧，以免防止血液循环。十点使用工具时不要将压力集中于手腕基部，尽量使用手肘及肩膀。十一点维他命 B6 有助于疏解手腕痛症候群的症状，但必须经过医生指示。十二点保持手腕伸直可避免手痛。关节炎。一点减轻体重可减轻疼痛。二点经由适度的移动关节可以减少疼痛。练习瑜伽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三点减轻心理负担可以减轻疼痛。四点预防早晨起床时的关应，可使用肌肉软膏。五点泡水可帮助止痛，减少压迫感，而肌肉放松时可刺激脑内天然止痛剂的释放。六点水中运动对消除疼痛很有帮助。七点使用冰块冰敷关节可预防疼痛。八点有氧运动可以改善身心状况，例如步行骑、脚踏车、游泳等。九点不吃不必要的药物，如安眠药、镇静剂、止痛药。十点可按摩在由肌腱与此关节相连的肌肉上。十一点增加维他命 C 的摄取量。十二点某些食物可能引起关节疼痛，如马铃薯、番茄、茄子、烟草、青椒及红椒等。十三点减少摄取植物油，如沙拉酱油、大食物及人造奶油。十四点喝果菜汁有助于大幅降低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疼痛，骨质疏松症。一点以运动强健骨骼，可增加骨骼的矿物质含量。二点从饮食中摄取足够的钙质。三点熬骨头汤时加些醋，可帮助溶解骨头中的钙。四点服用钙质补充物，可将钙质补充物质一定于醋中，若裂成数块则较易溶于胃，若无应更换其他品牌。五点摄取足够的维他命 D 以帮助吸收钙质。六点节制使用酒精。七点戒烟。八点限制咖啡因用量。九点不要吃太多的肉，以免蛋白质促使钙质排出而导致钙质流失。十点减少烟量，以免愈多的钙质随着钠在尿液中被排出。十一点注意磷酸的摄取量，理想的摄取量钙质与磷酸应是一一，因钙质较不易被吸收，所以应增加钙质的吸收量。十二点有骨骼疾病的家族病例白种人，肤色白皙，骨架较小，体脂肪较少，40岁以上已切除卵巢未生过小孩，停经期提早来对乳品过敏的人较容易得到骨质疏松症。
膝盖痛。一点减轻体重。二点用止痛乳液搓揉膝盖。能产生热以疏解症状。三点做适量的运动锻炼膝盖。肌肉愈强壮，关节愈能承受压力，抬腿是不错的选择。四点游泳骑脚踏车划船等活动有益健康，且不会压迫膝盖。五点避免在坚硬的地面上跑步，最好的是草地，其次是柏油路、水泥的居后。六点在活动期间若发生膝盖疼痛，应立即进行休息，以冰块冰敷，并抬高双脚。七点若有肿胀的情形，切忌热敷。八点若鞋子失去弹性，应立即换新鞋。九点运动前后做体操，脚痛。一点抬脚可帮助血液循环。二点泡温盐水可以疏解疲劳。之后再以冷水洗净。拍前足部后以护肤乳按摩。三点用冷水与热水交替冲脚。每次一分钟。最后一次是冷水。四点用茶叶放入热中泡脚。再进行前述的冷热交替法。五点以婴儿油按摩脚部，可帮助除脚痛。六点用毛巾包住冰块摩擦脚部及踝部数分钟，可减轻发炎状况，同时可予以温和的麻醉，然后再以酒精或醋拭脚，可收冷却及前燥之效。七点经常运动足部及腿肌，可消除脚痛，并促进血液循环。八点选用厚实且防震的鞋子，保护脚免受粗糙及硬柏油路的伤害。九点穿着高跟鞋不宜过久，同时不要穿得太高。十点若新鞋稍小，可在袜内塞满沙子，塞入鞋内，再以湿毛巾裹住鞋子，静置一天在自然风前，可让鞋子延伸。但若效果不佳，可重复此法，培养优良的姿势。一点充分伸展脊柱。二点侧扭脊柱，让左耳碰左肩，再换右边。三点旋转头部。四点向前弯腰，使头及手臂向地面甩，再仰身向后。五点对着镜子调整姿势。当你的耳后、肩膀、臀部及膝盖的背面到脚踝成一直线，那姿势应该是标准了。六点放松肩膀。七点矫正驼背。八点垫高一只脚，可避免身体前倾，减少背部负担。九点保持膝盖呈水平或稍高于臀。十点勿翘脚，跨脚时你姿势歪斜。十一点保持与桌面的距离，以免驼背。十二点保持良好的睡姿，最好是弯曲膝盖侧睡，且使用较扁平的枕头，记得使用较坚固的床垫。十三点走路、跑步、游泳、骑脚踏车及有氧舞蹈都是很好的运动，可伸展肌肉，帮助姿势良好。十四点适时休息背部，可在一天工作后躺在地上，双脚置于矮板凳上15分钟。
15点站立，适应让双脚贴地。16点在一天工作前后均应伸展背部，以抵制弯腰驼背。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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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其他影响全身的疾病。十点过敏。一点屋内及车内均使用空调设备。二点安装空气清净机。三点添购除湿机。四点用杀菌剂擦拭潮湿的地方。五点隔离宠物，特别是猫的毛屑。六点从事可能接触过敏源的工作时，应戴面罩。七点在床垫及枕头上加装塑胶套，以避免吸入藏匿在枕头或床的小虫。八点避免使用固定式地毯，改用小地毯较易清洗整理。九点使用人工合成的枕头，方便清洗。十点常用热水洗床单，可以有效防止虱子疲劳。一点每天早晨多给自己15分钟，就不会匆忙地展开一天。二点吃三件式早餐，即包括碳水化合物、糖类、蛋白质及脂质。勿以过甜的食物为早餐，可能造成精神紧张、坐立难安。三点花时间计划当天目标，但应量力而为。四点若有无法解决的问题，请暂时远离。五点关掉电视，以阅读取代较好。六点运动可以给予能量，快步走路是不错的选择，但睡前2小时进行不宜运动。七点运动不宜过量。八点一次解决一件事情。九点服用综合维他命。十点调整生理时钟，使其符合正常作息。11点戒烟。12点尽量起身走动。13点学习拒绝。特别是在繁忙时，应该婉拒其他的委托。14点减肥。15点避免睡得太多。16点避免开夜车。不要牺牲睡眠时间。17点若睡眠品质不佳，可在每日固定时间小睡片刻。18点深呼吸。19点避免喝太多酒。20点午餐应清淡。21点也可将午餐当作一天的主餐，好好补充一番后去散步20分钟。记得要摄取较易燃烧的食物，如糖类。22点偶尔去度个假吧。23点少发脾气，可节省力气。24点将环境布置得生气盎然，绿色有助于长期维持注意力并排除分心。25点听听音乐提神。26点设定目标，督促自己前进。
27. 冲凉澡可帮助恢复体力。28. 点补充水分可防止虚脱，避免引起疲劳。29. 点避免不必要的药物。30. 点改变某些习惯，如不同的饮食、内容或运动项目。31. 点不要摄取太多含咖啡因的食物。32. 点乐观、积极、自信都可增进个人的体能状况。发烧。1. 点补充液体，如果太湿要泡茶、花茶等。2. 点以湿冷毛巾敷身体。3. 点以海绵擦拭全身。4. 点泡温水澡。5. 点很痛时应服用止痛药。6. 点一身体反应穿衣服，不宜过多，以利散热，但也不可太少，以免寒冷。7. 点调节室内温度，保持柔和光线。8. 点除了补充水分，想吃石磨就吃石磨。9. 点饮食后30分钟才测量体温，较为准确。10. 点降体温，即含于舌下的凹陷处，可量到体内的核心温度。11. 点以嘴唇固定温度计，而非牙齿。12. 点量体温，时应以鼻呼吸，而不是以口呼吸。13. 点量体温，应含于舌下至少3分钟。14.5 岁的幼儿应以肛温代替口温，但肛温通常较口温高一度。15.若温度计不小心在嘴内或肛门内断裂，请取出后擦外伤药即可。除非未找到所有的玻璃碎片。16.温度计不宜用热水清洗。中暑。1. 点避开烈日。2. 点多喝水。3. 点喝稀释的电解质饮料。4. 点避免以盐定剂补充盐分。5. 点避免酒精。6. 点避免咖啡因。7. 点勿抽烟。8. 点慢慢适应气温的转变。9. 点从事户外活动应放慢速度。10. 点过于炎热时可以冷水冲淋头部及颈部，当水分蒸散时可帮助散热。11. 点中暑可能在连续几天内逐渐的虚脱，如有体重在数天内直线下降的情况，应加以留意。12. 点戴帽子可减缓头颈吸热的速度，特别是秃头或逐渐秃头的人。13. 点勿打赤膊，以免吸收更多的辐射热。通风的汗衫反而有消暑的作用。14. 点选择浅色的衣服，棉花及聚酯合成的衣物最为透气。15. 点一旦中暑，请为患者脱水，将患者移到有冷气的地方。如果患者意识清楚，则给予补充水分，再以冷毛巾湿敷患者。宿醉。1. 点喝果汁可加速酒精代谢，柳橙汁及番茄汁更宜。2. 点吃饼前及蜂蜜，可清除残存的酒精。3. 点服用止痛药，如阿司匹林，但不要服用太强的止痛药，以免上瘾。4. 点喝肉汤，可补充体内流失的盐及钾。5. 点补充水分。6. 点服用综合维他命。
第七点服用氨基酸胶囊。八点喝些咖啡。九点饮食均衡。十点等待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正常。十一点预防宿醉，最好是慢慢的喝酒。喝得愈慢，脑子吸收的酒精量愈少。饱腹时喝也可减少宿醉。十二点不同的酒有不同的症状。伏特加等白酒较好。康涅克白兰地、威士忌、红酒及各种香槟都不好。十三点避免有气泡的饮料。除了香槟以外，兰姆酒及可乐、汽水等都会加速酒精进入血液。十四点体重愈少者，能喝的酒就愈少。体臭。一点用香皂及清水洗净身体。二点常换洗衣服。三点选择天然织品，吸汗效果较好。四点只用杀菌香皂。五点止汗即可掩盖腋下的汗臭。六点只用天然松香皂。七点注意饮食。少吃鱼类、小茴香、蒜头、咖喱粉等物。八点保持心情平静。性冲动或紧张、焦虑都会使排汗增多。本文参考疾病自我治疗点。Excels
点疾病自我治疗本温点一点神经与精神疾病头痛一点服用适量的阿司匹林二点适度的运动三点睡觉四点避免打盹五点以平躺姿势入眠六点冷敷头部及颈部七点热敷头部或洗热水澡八点深呼吸九点自我检视是否处于紧张的状态十点按摩虎口或脊椎两侧十一点在上下牙齿间放一支铅笔但勿用力咬紧有助松弛肌肉十二点在头上绑绷带以减少血液流向头皮可缓和头痛十三点不擦香水十四点勿施力过猛十五点避免吵杂十六点保护眼睛十七点避免饮用过多咖啡十八点避免嚼咀放松肌肉十九点少吃盐二十点准时用餐二十一点避免某些食物如含硝酸的腌制品味精等二十二点禁食巧克力因巧克力含前酪胺可能引起头痛二十三点勿边开车边吸烟以免吸入过多一氧化碳二十四点少喝酒二十五点品尝冰淇淋食应慢慢适应二十六点培养幽默感二十七点服用维他命 C 二十八点做脸部运动如扬眉眯眼皱眉张嘴移动下颚皱鼻半鬼脸等失眠一点硬性规定睡眠时间二点勿在床上浪费时间待有睡意时才上床睡觉三点睡前保留一些安静思考的时间整理纷乱的思绪有助安心入眠四点专心睡觉不要在床上做其他的事如阅读或讲电话五点避免兴奋剂如咖啡可乐香烟及巧克力尽量在四点前食用六点避免喝酒七点避免可能干扰睡眠的药物如气喘喷剂八点避免日夜颠倒或作息不定九点睡前避免甜或油腻的食物牛奶面包或水果较好十点布置舒适的睡眠环境十一点放松心情十二点使用耳塞眼罩等工具十三点做运动十四点睡前做爱如果你认为做爱是一种享受的话避免邪淫更勿在生理期坐月子并刚好时做爱十五点洗温水澡十六点失眠情形严重的话要必须就医健忘一点加入联想二点将手做成照相机的样子按下快门假设存档有助于记忆三点自言自语将容易忘记的事大声念出来四点列一张清单将可能忘记的事情列在纸上特别是小事五点将要记忆的东西分门别类较不容易忘记六点以编故事的方式将要记忆的事情串联起来七点把名字与脸孔一起联想有助于记忆人名
八点寻找事物中的标记物。例如将当时社会上的大事与个人经验结合。九点重点提示以帮助记忆。十点阅读阅读不断的阅读。十一点不时的给测验自己。十二点保持平心静气。十三点小心药物及烈酒。可能导致健忘。恐惧症。一点逆转负面的想法。二点勇敢的面对恐惧。可以消弭恐惧。三点转移注意力。也许以阅读、朗诵、深呼吸的方式来减少恐怖的想法。四点测量自己的恐惧度。加以记录以了解原因。五点鼓励自己经由克服恐惧来获取成就感。六点避免咖啡因的食物。如咖啡、茶、可乐及巧克力。七点以活动方式消耗因恐惧而引发的肾上腺素。忧郁症。一点面对忧郁要处之泰然。因为悲伤是必经的常态。二点找些事情做。转移注意力。例如散步、下棋、骑脚踏车、阅读等。三点从记忆中寻找快乐。四点找朋友倾诉。加以发泄。五点大哭一场。尽情的流泪。六点冷静的分析情况。七点凡事只求尽力。结果的呈现并非自己可以决定。八点运动有助于克服忧郁症。如果平日就有运动的习惯，不妨试着耗尽全身力气。九点涂鸦，以写字或画画来抒发感受。十点直接的问清楚怀疑的事情。十一点找些很乏味的事情做以分散注意力。十二点放松自己，慢下脚步。十三点忧郁时避免做重大决定，以免决策错误时忧郁更严重。十四点即使情绪低落，还是要尊重他人，不可迁怒他人。十五点远离百货公司，避免不理性的购物。十六点关紧冰箱，避免以吃东西抗忧郁的冲动。十七点营养能控制情绪，维他命 B 群可以帮助抗忧郁情绪焦虑。一点改变你的态度，以正面的角度看待事物，危机也可能是转机。二点保持乐观，缺乏信心时不妨以过去的成就与未来的美好前景鼓励自己。三点想象自己在一个舒适愉悦的环境中，有助于消除焦虑。四点反复地告诉自己，一切都没有问题，我可以应付得来。五点暂时放松数秒，拒绝受焦虑摆布。六点向窗外眺望，将视线转向远方，避开低潮的气氛。七点深呼吸。八点放声大喊。九点伸展肌肉，有助于缓和焦虑。十点按摩肌肉以缓和肾上腺素的分泌。十一点按摩太阳穴可疏解疼痛及松弛颈部的肌肉。十二点左右移动下颚，可松弛脸部肌肉。十三点上下转动双肩，配合深呼吸以放松紧绷的肌肉。14点洗热水澡，
15点运动可消耗一些紧张的化学物质，虽然使肌肉疲劳，也放松肌肉。16点听音乐，可放松肌肉，也释放心灵。运车、运船及运机，一点转移注意力，不要一直觉得会运车、运船或运机。二点避免臭味，特别是引擎、汽油味、烟味、鱼腥味。三点禁止吸烟，不管是不是吸烟者，都应远离香烟。四点避免饮食过量。五点保持空气清新。六点避免饮酒过度。七点睡眠充足。八点尽量固定头部。九点坐在前座。十点勿在颠簸的车上或船上阅读。十一点到通风的地方透气，例如甲板。十二点注视固定物体，有助平衡感觉系统。十三点服用运机药。十四点食用姜粉胶囊。十五点吃点橄榄或柠檬。十六点吃苏打饼前帮助吸引胃液。十七点喝些可乐或其他碳酸饮料。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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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二点血液循环与内分泌疾病高血压一点控制体重二点减少用烟三点减少喝酒喝酒和高血压的关系极为密切四点维持钾和钠的平衡比例约为三一五点补充钙质六点避免锻炼肌肉的运动以免血压突然窜高七点进行有氧运动八点考虑吃素九点经常量血压十点保持心情愉快十一点少说话十二点也注意配偶的血压研究显示夫妻双方的血压将互相影响十三点与宠物玩耍可降低血压低血压一点做紧压运动起床或站立前以紧压伸缩的方式握手可提高血压抵制突然的血压下降二点心算可提高血压愈复杂的心算效果愈好三点少量多餐四点垫高床头及调整睡眠方式使床头高于床尾并在起床时慢慢坐起静脉曲张一点抬腿二点穿弹性裤袜帮助血液进入较大且较深处的静脉三点垫高床尾有助于睡眠时的血液回流四点勿穿高跟鞋五点保持理想体重可减少静脉曲张的机会六点避免紧身衣物以免使血液聚集在腿部七点小心食用避孕药某些避孕药可能引起这种问题八点避免抽烟九点多散步十点请教医生淤血一点冰敷每次15分钟两次之间勿用热敷二点受伤二
14小时之后使用热敷。3点把脚抬高靠墙。4点每日摄取维他命。5点注意某些药物。例如阿司匹林、抗凝血症消炎药、兴奋剂或气喘药。6点不可酗酒。脂肪过量。1点减少脂肪摄取量。2点摄取淀粉食物。3点远离甜食。4点减肥。5点运动。6点避免酒精。7点摄取鱼油。糖尿病。1点摄取碳水化合物。应有 50%-60% 的热量来自碳水化合物。2点摄取适量蛋白质。应占总热量的 12%-20% 以上。3点减少脂肪摄取量。4点多吃纤维食物。5点减少胆固醇量。6点使用代糖。7点谨慎使用果糖。8点低放甜味剂中的热量。9点少量多餐。10点限制酒精用量。每周不喝超过 60CC 的烈酒。11点降酒精视为脂肪。12点减重。13点定期运动。14点快速步行。15点勿从事举重或需要用力推拉的运动。16点照顾牙齿。维护口腔清洁。定期检查牙齿。使用牙线。17点佩戴咬合适当的假牙。18点减轻生活压力。19点放松身体。20点定期验血。21点使用成药应请教医生。22点血糖过低或太高都要请教医生。23点受伤时必须送医治疗。24点呕吐或腹痛尿液含大量糖分及丙酮，血糖浓度超过200毫克，体温为38度或更高时，请立即就医。25点注意足部的情况。由于糖尿病会减低疼痛的感觉，所以可能为察觉足部已受伤而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遭到截肢的命运。26点定期检查足部，保持前进清爽，将指甲修短，尽速治疗香港脚等疾病。冷天保暖，穿着舒适的鞋子，一定要穿袜子。27点适度补充烟碱酸基、纯花青酸维他命 C、锌镁维他命 B、维他命 B、胰酸头及嗜酸菌等营养品。痛风。1点发病时应提高患部关节，让患部休息。2点使用具消炎性的止痛药，例如Ibuprofen right parenthesis 3. 避免阿司匹林或 acetaminophen 等药物。4点冰敷患处。5点避免含嘌呤 purine 的食物，以避免促成高粱尿酸。此类食物如鱼内脏肉汁、沙丁鱼贻贝、芦笋、甜豆、扁豆、白花椰菜、菇类、燕麦片、虾贝类、菠菜、全麦面包、酵母菌、肉鸡鸭等。6点补充大量水分，可帮助尿酸排出体外，也可避免痛风引起的肾结石。
七点科药草茶。专家推荐杨八气。Sarsaparilla。狮草。Yarrow。玫瑰石欧薄荷。Peppermint。等药草。八点误喝酒。九点控制血压。十点不宜以减肥餐方式控制体重，以免因进食造成细胞分解。将尿酸释出。十一点服用，为用命要请教医师。过量的烟草酸及维他命 A 可能引起痛风发作。十二点保护关节，不要绊到脚趾。同食物穿过紧的鞋子。十三点多吃樱桃，可以疏解痛风。十四点以木炭粉和亚麻仁敷在疼痛的关节，将脚泡在木炭粉和水调和的热水中，或是一天服用四次 0.5 至1茶匙的活性木炭，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尿酸量。肾结石。一点摄取大量液体，一天最好能排出约 1.14 公升的尿液。二点控制钙的摄取量，避免摄入过多的钙质，但并非禁止。三点胃药常含有高量的钙，若罹患钙结石，则服用胃药时应选择含钙量较少的品牌。四点误吃过多富含草酸盐的食物，包括豆类、甜菜、芹菜、巧克力、葡萄、青椒、香菜、菠菜、草莓及茶。五点服用镁及维他命 B6， 可减少 90% 的复发率。六点吃富含维他命 A 的食物，可维持尿道内膜健康，也有助于避免结石复发。这类食物包括胡萝卜、绿花椰菜、洋香瓜、南瓜、牛肝，但高剂量的维他命 A 有毒，服用前最好请教医生。七点保持活力，以免钙质沉积在血液中。八点减少蛋白质的摄取量，包括肉类、甜酪、鱼和鸡。九点减少盐分的摄取，少吃各种高盐分的食物。十点限制维他命 C 的用量，特别是草酸钙的结石患者。十一点误服用过多维他命。第十二点，若曾为患者之后又感到任何强烈疼痛或尿液带血，请尽速就医。十三点，患者应了解本身结石的类型，胆固醇过高。一点注意体重。二点减少脂肪摄取量。三点改用橄榄油。四点不必禁绝吃蛋黄，但一周最好不要超过三个。五点摄取豆类，例如菜豆、扁豆、黄地豆、大豆、黑眼豆、斑豆等，可有效降低胆固醇。六点多吃水果，可降低胆固醇。七点摄取燕麦，可有效降低胆固醇。八点摄取玉米糠。九点多吃胡萝卜。十点多运动，可减少动脉脂肪的堆积，也能提升三餐饭后消除血中脂肪的能力。十一点适量的摄取瘦牛肉，可能有益于心脏。十二点喝脱脂牛奶，其中的非脂肪只能抑肝内制造胆固醇。十三点服用蒜头汁，可使胆固醇下降。
24. 服用洋车前子。Psyllium seeds. 可降低血胆固醇。15. 减少咖啡摄取量。16. 勿抽烟。17. 放松心情。18. 烟碱酸、维他命 C、维他命 E 及钙可以降低胆固醇含量。19. 茶的鞣酸有助于控制胆固醇。20. 柠檬、草油、螺旋藻、大麦、米糠及活性炭可以降低胆固醇。星点疾病自我治疗点三点呼吸系统疾病感冒1. 服用维他命 C 可缩短感冒期并缓和咳嗽打喷嚏等症状2. 摄取锌可缩短感冒期间同时大幅减轻喉咙痛等症状。3. 保持乐观的心情。可促进免疫系统的活力。4. 多休息。保留复原的体力。也可避免一些并发症。减慢每天的活动。避免过度劳累。5. 避免三家聚会。以免过度消耗体力。6. 注意保暖。7. 散步或快走。以改善血液循环。帮助免疫系统循环抗体。8. 饮食清淡。少吃脂肪肉类及乳品。多吃新鲜蔬果。以减轻身体的压力。9. 喝热鸡汤有助于鼻腔粘液的流动可加强体内排除病菌10. 多喝水补充感冒时所流失的重要体液帮助排出有害杂质11. 勿抽烟抽烟会干扰抗感染的纤毛活动因此感冒时不要抽烟。12. 以盐水漱口。可疏解不适。13. 浅啜热泼的酒。Toddy. 或半杯葡萄酒。有助于打通鼻塞并帮助入睡。14. 洗热水澡。15. 以棉花在鼻子周围涂些凡士林。以润滑过度醒鼻的疼痛感。16. 服用感冒药如阿司匹林。17. 若发烧 38.3 度 C 以上或小孩发烧应尽速就医。18. 任何剧痛都应就诊如耳痛扁桃腺肿鼻窦痛肺痛或胸痛。19. 吞咽极度困难或食欲不振时应就医。20. 气喘或呼吸短促时应就诊。流行性感冒。1. 待在家。2. 多休息。3. 多摄取液体。4. 使用止痛药。5. 小孩勿服用阿司匹林。6. 注意其他成药。7. 用盐水漱口。8. 服用口含锭。9. 增加空气湿度。10. 适度润滑鼻子。11. 热敷肌肉。减低不适。12. 呼吸新鲜空气。
13. 搓搓背，可活化免疫系统。14. 吃清淡的食物。15. 发烧、头痛、全身酸痛、咳嗽及疲倦是流行性感冒较易有的症状。流鼻水、喉咙痛则是感冒较容易有的症状。支气管炎。1. 戒烟，除了自己不抽烟，也去吸二手烟。2. 多喝水，帮助化痰。3. 吸入湿暖空气，如洗热水澡吸收蒸汽。4. 避免过度依赖痰剂。5. 尽量忍住咳嗽。6. 请教医生使用痰剂。气喘病。1. 戒烟，除了自己不抽烟，也去吸二手烟。特别是家中有小孩气喘，更应禁绝吸烟。2. 睡觉前避免吃得太饱，以免胃液逆流导致气喘。可以将床头及枕头垫高，或是度服用制酸剂。3. 避免冷空气。4. 使用口罩或围巾保暖。5. 留心空调的设定。6. 小心饮食，避免容易引起气喘的食物。7. 远离厨房。8. 小心用盐。9. 避免食品添加剂，特别是亚硫酸盐及味精。10. 使用止痛剂要选择不含阿司匹林的。11. 正确的使用吸入剂。12. 若气喘快发作又没有吸入剂时，喝几杯浓咖啡有缓解作用。13. 每天服用50毫克的维他命 B6。14. 激烈运动时硬闭上嘴巴，用鼻子呼吸。15. 经常游泳。16. 运动前后都要暖身或加以缓和。17. 随身携带药物。4. 消化系统疾病。打嗝。1. 前吃一匙糖。2. 弯身喝水。3. 憋气或吐气。4. 吃饭时不说话可避免打嗝。5. 憋气喝水。6. 用力拉舌头。7. 以棉花棒刺激上颚硬部和软部的交接处。8. 咀嚼并吞咽前面包。9. 双手抱膝压胸。10. 憋气。11. 用水漱喉咙。12. 吸吮碎冰块。13. 冰敷横膈膜处。心。1. 喝可口可乐糖浆，有助于安定胃部。2. 服用。9. 晕车药。3. 喝少许清澈的流质饮料，避免冰冷。4. 饮用气泡散溢的碳酸饮料。5. 吃少许碳水化合物。6. 服用姜粉胶囊。呕吐。1. 补充水分。淡茶果汁等透明液体亦可。2. 错充电解制饮料清汤果汁或加糖加盐的流质。3. 注意尿液颜色。过深表示水分补充不足。4. 少喝冷饮。室温或微热的饮料较佳。
5点避免饮用气泡饮料。6点食用糖浆如可乐。7点食物力求清淡胀气。1点减少乳糖摄取量。2点避免可能产生气体的食物。如豆类、甘蓝菜、绿花椰菜、甘蓝菜芽、洋葱、花菜、全麦面粉、白萝卜、香蕉。3点纤维摄取应适度渐进，以免因快速增加纤维而引起的排气不良。4点请教医生，使用成药缓和胀气、乳糖不耐症。1点进行测试。调整乳糖摄取量，找出适合自己的食用量。2点补充钙质，以免因乳糖不耐症少喝牛奶而导致钙质不足。3点喝牛奶时配以其他食物。4点从每天的饮用量中1点增加，训练自己的可耐性。5点食用优酪乳，最好是未经2次低温杀菌且脱脂的优酪乳。在食用乳制品前吃1点，可减轻乳糖不耐症的症状。6点吃乳酪或起司，特别是较完全的硬乳酪。7点谨防填充剂。因乳糖是许多药物及营养补充品的填充剂，肠胃溃疡。1点避免刺激性食物。2点避免饮用牛奶。3点使用制酸剂疏解症状。4点勿使用过量的止痛剂。5点戒烟。6点发泄情绪。7点少量多餐。8点勿服用铁质补充物，以免引起严重反胃、胃灼热。1点节制饮食，除了分量不可太多，也要细嚼慢咽。2点保持直立状态，如必须躺下，请将头部垫高。3点服用制酸剂。4点不要喝牛奶或薄荷，以免刺激胃酸分泌或反流。5点减少饮用咖啡。6点停止食用巧克力。7点停止吸烟，也拒吸二手烟。8点避免饮用含气泡的饮料。9点勿吃油腻食品，如脂肪含量较高的肉类及乳品，以免刺激胃酸。10点避免腰部堆积过多脂肪。11点放松腰带。12点注意某些可能加重胃灼热的药物。13点注意辛辣食物。14点少吃柳橙、柠檬等酸性水果。15点睡前2小时避免饮食。16点消除生活压力。食物中毒。1点补充液体，尤其是开水或其他透明的液体。2点补充因上吐下泻所流失的电解质，如钾钠及葡萄糖。3点避免制酸剂。4点先别止泻，让体内毒素排出之后再向医生咨询。5点无需催吐。6点饮食要清淡，先食用容易消化的食物，避免容易刺激胃的食品。便秘。1点摄取足够的水分。2点摄取大量纤维质。3点养成运动的习惯，以促进食物通过肠子。4点每日步行20分钟以上。
五点每餐饭后固定如厕十分钟，有助于养成排便习惯。六点放松心情，七点尽情的开怀大笑，八点避免使用通便剂，以免造成依赖。九点慎用药品及补充品，特别是加钙、铂、铝的制酸剂、抗组织胺、镇定剂、三环兴奋剂等。十点注意某些食品，如胃结肠痉挛，则避免易导致排气的食物，如豆类、白花、椰菜、甘蓝菜等食物。十一点降低食量。十二点勿用力过度。下痢。一点饮用牛奶可能造成下痢。避免含有乳糖的食物。二点做乳糖耐受性测试。三点小心使用药品，以免带来下痢的副作用。四点饮食要清淡。五点补充水分。六点避免豆类、甘蓝菜、面包、面条、苹果、李子、梨子、玉米、燕麦、马铃薯及乳制品等食物。七点避免饮用碳酸饮料。八点远离厨房，避免传染。九点如果可以，让引发下痢的物质自然的排出体外。水土不服的腹泻。一点多喝水。二点补充电解质。三点检查尿液颜色。若过深则表示水分不足。四点避免乳制品及固体食物。五点使用止泻剂。六点使用以天然纤维为主成分的通便剂，可有效减少如厕次数。七点请教医生服用抗生素或鸦片酸。八点旅行时避免未煮熟的蔬菜、肉类、海鲜及不洁的饮料。九点确保餐具清洁。十点将水煮沸三至五分钟后再饮用。十一点多喝可乐、柳橙汁等酸性饮料，有助于抵制大肠杆菌的数量。十二点旅行前饮用优酪乳或吃优格，防止细菌入侵。痔疮。一点多摄水分及纤维。二点润滑肛门，如以凡士林涂肛门内半处。三点清洁肛门时，应以不含刺激性及化学成分的卫生纸轻轻擦拭。四点切记以手抓痒，以免损害静脉管壁。五点避免提重物。六点屈膝蹲坐在温水中，以促进患部的血液循环，帮助收缩静脉。七点避免使用色剂。八点保持适当体重，减轻下肢担负。九点控制盐分摄取。十点咖啡、辛辣食物、啤酒及可乐不宜过量。十一点孕妇发生痔疮的几率极高，最好每四至六小时用左身侧躺二十分钟左右，以减轻下半身重量血管的压力。十二点将肛门内膜向外突出，勿以手推回肛门内，避免演变成血块。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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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点妇科与泌尿系统疾病。金钱症候群。一点保持乐观自信。二点少量多餐。同时采用低糖饮食。三点避免甜食。四点减少乳品。避免乳糖阻碍体内吸收酶。因为酶可帮助调节动情激素的浓度。同时促进分泌。五点避免动物脂肪。以多元不饱和脂肪取代动物性脂肪。六点限制盐的用量。最好采取低钠饮食。以防止水分滞留在体内。七点增加纤维质的摄取量。多吃蔬菜豆类全麦荞麦以及大麦。八点避免咖啡因。节制食用咖啡、茶、巧克力等含咖啡因食物的用量。九点节制饮酒。酒精将加重情绪低潮。也会使头痛及疲倦更加严重或引发吃甜食的冲动。十点避免以利尿剂来疏解腹胀。以免使矿物质流失过多。十一点适度运动有助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肌肉并排出水分。也能促进大脑制造脑内啡。有助全身舒畅。十二点缓和环境气氛。如柔和的色调或宜人的音乐。十三点深呼吸。十四点泡矿物澡。在温水中加入一杯海盐及一杯碳酸氢钠。有助放松全身肌肉。十五点做爱。性高潮可疏解肌肉痛及血液循环不顺。同时可刺激有助于清除充血器官内的血液及其他体液。须知精气神是人身三宝及机会成本的概念。十六点适度安排工作进度及目标。勿使自己负担过大。十七点与他人分担倾诉。十八点适度的服用维他命 B6。可疏解情绪，有助排出水分，乳房胀痛疲劳及想吃甜食的欲望。为虚惊医师指示。十九点维他命 A 及 D 可改善皮肤健康。有助于抑制金钱的粉刺及皮肤油脂过剩。二十点服用维他命 C 可减轻情绪紧张。并可防止月经前期的过敏症。二十一点维他命 E 可缓和乳房疼痛、焦虑、沮丧等症状。二十二点钙与镁可预防经前的痉挛及疼痛。镁并能控制对食物的渴望，同时稳定情绪。镁同时可帮助钙质的吸收。二十三点控制吃甜食的欲望。经痛。一点饮食均衡。二点服用维他命。三点补充矿物质。如钙、钾及镁等矿物质。可帮助疏解经痛。四点避免咖啡因。因此咖啡、茶、可乐、巧克力等食物最好少吃。五点禁酒，特别是容易出现水肿的女性。六点勿使用利尿剂，以免使重要的矿物质连同水分排出体外。七点保持温暖，可加速血液循环，同时松弛肌肉。八点多喝热的药草茶或热柠檬汁。九点可在腹部放置热敷垫或热水瓶，一次数分钟。十点泡矿物澡。
在水缸加入一杯海盐及一杯碳酸氢钠，泡20分钟，有助松弛肌肉并缓和筋痛。11点从事走路或其他适度运动，可减少经期疼痛。12点练习瑜伽操，如弯膝跪下坐在脚跟上，前额触地，双臂伸直，保持这个姿势直至不舒服为止。13点做爱，性交的高潮可疏解经痛，将血液及其他体液带离子宫，须知精气神是人身三宝及机会成本的概念。14点服用止痛药，最好和牛奶或其他食物一起吃，才不会太伤胃。停经。1点调试生活态度，充实自我，寻找朋友或家人的支持。2点每天运动，走路、慢跑、骑车、跳绳、跳舞或游泳等，都是适合停经妇女的运动，要小心避开。4点穿着多层衣服，以便于在皮肤发热时可脱下，待症状消失后再穿回。5点穿透气凉爽的衣服。6点少量多餐，以利身体调节体温。7点多补充水分。8点减少咖啡因的摄取，以免刺激荷尔蒙诱发皮肤发热。9点限制酒精摄取量。10点避免热气及高温。11点持续性生活，如果有困难应与伴侣沟通一起解决，或使用辅助工具。另外练习 Kegel 操可帮助做爱时的愉悦感，并防止尿失禁的发生。嗨戏。1点和姊妹或朋友分享经验。2点经常补充单糖。柳橙汁及葡萄汁是极佳的单糖来源。3点避免油炸食物。4点多吃生的杏仁果。5点睡前吃点东西。可避免早上起床时血糖过低，同时避免胃灼热。6点喝清澈的液体，如肉汤、开水、果汁及某些草药茶。7点满足自己的胃口，想吃食蘑就吃食蘑，只要不是垃圾食物即可。8点保持心平气和。9点若体重减轻，无论减轻多少都应该看医生。10点感到虚脱，没有尿意或连续4至6小时完全无法进食时，请马上就医。尿失禁。1点详实记录每天的饮食及大小便情形，以利医生追踪原因。2点克制水分摄取，尤其是睡前。3点避免酒精。4点避免咖啡因，咖啡因也是一种利尿剂。5点少喝葡萄柚汁。6点保持排便通畅。7点戒烟。8点减肥。9点排尿时尽量排光膀胱的尿液，然后站起来再坐下，微向前倾，再排一次。10点勿憋尿，一有尿意应马上去排尿，最好在饭前、饭后及睡前将尿液排尽。
11点训练排尿习惯。先在短时间内固定去排尿，再慢慢延长，可有效改善尿失禁的问题。12点睡的地方离厕所不要太远，方便排尿。13点在打喷嚏、咳嗽、提重物或弹跳时，应是紧缩括约肌，以免尿液外漏。14点有尿失禁的前兆，放松心情再缓步走向厕所排泄。15点使用成人纸尿裤、尿床。1点不因小孩尿床而予以责骂。2点在卧室内安排备用品，让小孩在尿床后可自行更衣或换床单，以免尴尬。3点以耐心与关心面对小孩尿床的情形。膀胱感染。1点多喝水，以增加排尿，可预防甚至治疗感染的状况。2点洗热水浴，可减轻疼痛。3点服用阿司匹林等消炎药，能减轻发炎引起的灼热感。4点服用维他命 C， 可以酸化尿液，干扰细菌生长。5点排便后，由前向后擦拭肛门，可预防感染复发。6点性交前上厕所，以免细胞借由性交被带入膀胱。7点考虑是否使用子宫套避孕器，因子宫套避孕器容易引起复发性膀胱感染。若有感染情形，应考虑该以其他方法避孕。8点尽量使用卫生棉取代卫生棉条。9点注重个人卫生，穿着棉质内衣裤较容易保持前爽洁净，但勿清洁过度。10点膀胱感染患者一旦出现血尿、下半部背及腰窝疼痛、发烧、心或呕吐时，就应该要看医生。阳痿。1点给予较多的时间，年纪愈大，产生勃起的刺激时间可能愈长，射精与下次勃起的时间也可能随着时间而延长。2点某些药物可能引起阳痿，因此若怀疑现在服用的药似乎造成阳痿的情形，应该跟医生讨论。3点克制酒精摄取量。4点注意饮食，因为阴茎是一种血管器官，所以若摄取太多胆固醇及饱和脂肪，可能使阴茎窄化，造成阳痿。5点戒烟，可避免因血管收缩造成勃起组织的平滑肌松弛，因而阻碍勃起反应。6点锻炼体型，对自己的身材愈满意，愈容易进入状况，达到勃起。7点勿运动过量。8点等待疼痛消除，疼痛时身体会